啊。今天是不是我们就有上一次？就以这一本，我们一个一个直接这样。再一次来解释。对对对。主要有意义的话。是是是，没问题，就照这样。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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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谢谢。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进行今天议程，请宣读。本日讨论事项，继续审查行政院委员叶宜津等21人，委员陈廷飞等22人，委员高志鹏等21人，委员林淑芬等20人，委员李坤泽等28人，委员尤美女等24人，委员王定宇等18人，委员郑丽君等33人，时代力量党团分别依据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审查行政院委员费鸿泰等19人，委员管碧玲等17人，分别依据公民投票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介绍列席的官员。首先介绍行政院陈美玲秘书长，内政部花敬群市长，民政司林清奇司长，中选会刘益州主委，综合规划处高美丽处长，选务处庄国祥处长，法政处这个是赖景光处长，谢谢。司法院行政诉讼及惩戒厅郑凯文调办事法官，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综合规划处邱仪章专门委员，全序部陈贵春检任视察，经济部投资业务处简良才专门委员，法规会黄婉玉科长，国营事业委员会杨东昌管理师，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黄柱清组长，交通部邮电司邮政科谢敏珍科长，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许明祥秘书，法务部林峰文参事，原住民族委员会综合规划处亚伯苏永博伊哲努副处长，监察院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处张用元组长，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企划处胡爱玲处长，法政处蔡志如处长。好，以上。好，我们现在进行提案说明。那提案说明的部分呢，我们第一个先请费鸿泰委员跟我们的这个赖世宝委员进行说明，然后第二位请管碧玲委员，第三位再请中选会刘主委说明。我们先请费委员。好，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在场的女士先生哈。这个提案呢，首先要非常谢谢我们朝野各政党哈，我们上礼拜五的院会啊复委以后啊，各个朝野政党大家没有提复议啊，让我有机会啊在并案审查。其实我的提案呢，基本上啊都跟今年上个会期5月10号、11号啊，由陈其迈委员当招委所审查的，基本上都是大家的共识。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公投联署啊提案啊的人数啊，从这个1/1000啊，我们把它降到1/1000啊，当时是委员会很多委员啊大家的共识。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门槛啊，的公投成案的门槛啊，我们从5%降到1%啊，这个也是朝野政党啊大家一致的看法。在第16条的部分啊，我们就说最后啊，大家投票的时候啊，行使创制复决权啊，我们以所有投票人数啊，所有投票人数的1/4对不起啊，先讲到第30条哈，就是所有投票的人数啊的1/4通过哈为原则。在第16条里面，我加上了一项哈，就是我们这个成案的哈，这个成案。我们是希望啊，加上另一个部分，就是由所有的立法委员就113席次的1/4以上的提议啊，我们就可以让它成案啊。这一点可能有的委员有不同的意见啊，但是我想能够进到委员会来审查，这我当提案人呢，我们也本着哈
这个 open-minded 的看法哈，我们让大家来充分讨论啊，我们也我绝对也不会想说用这一条啊，而不让啊这个会啊这个法案呢能够出委员会进入到院会哈，这个是我基本的哈这个提案的精神。至于啊这个在审议委员会的这个专章的部分啊，我想我们委员会已经有初步的一些共识啊，我想我们都愿意啊跟大家来充分的来学习讨论啊。报告完毕，谢谢。好，谢谢。我们现在请赖世葆委员。谢谢主席给我这个补充的机会啊！我在这里跟各位报告，大家都知道，这个所谓的人民直接行使民权的公民投票，那么是有三个途径哦。第一个途径就是人民直接联署。第二个途径就经过立法院，第三个途径经过万一国家有重大危机的时候，由总统可以发动所谓防疫性的公投，我们大概就这三条路了哈。那么有人民全民的联署，我想这个等一下大家在提案啊，这个如何来降啊，我都没有意见了。我现在今天来补充的就是说，有关于立法院的这一部分，因为我记得上个礼拜我当这个案子推出的时候，我听到有某位啊这个。立委重量级的立委跟我消遣了，他说：“啊，你的国民党因为就要给他四分之一，说下四分之一。”我记得此言差矣了哈。这个四分之一门槛可以再往上加，加到三分之一我也不反对啊，但是不能够二分之一。什么意思？因为这一定是什么？这一定是说我们要间接民权实施的过程当中碰到重大瓶颈，比如说。今天的我们的反日本核灾食品进口的公投就有这个问题。现在执政党是绝对多数，当你还采取用立法院的正式决议的时候，啊，这一点没鬼嘛，哈，只要执政党不要了，他一定不会过。那这样子的话，这一条形同虚设。所以换一句话说，如果公民投票的立法院这个途径还是改用，还是采用过去的一定要立法院的议决这样子一个逻辑思考的话，那这条可以废掉，因为这条几乎执政党不会用公投。如果执政党想要做什么事情，推翻现在的政策的话，或者要创制现在什么东西的话，他自己做就好了，经过立法院就好了，因为他人够多嘛，哦，所以。我提的这一条纯粹是说我跟费文我们一起来提这个把它降低门槛的原因，重点不在于说我要降多少，降到四分之一我们可以提，不是的，可以降到三分之一，但是我们讲说四分之一应该是合理的。而且别忘了我们刚通过的罢免选罢法，我们的罢免门槛是四分之一的，四分之一总选举人数那就多少了，四五百万人了，人数不可谓不少了，哦，那立法院来讲的话，四分之一它代表民意就这么多了，虽然四分之一的立委，可是它代表民意就是四分之一的人民，所以这个门槛并不低。我再强调一遍，今天立法院的途径如果还是采用二分之一，那这一条可以拿掉，因为执政党不会自己去推动什么公投，不会的，所以势必要降低。所以我在这里也恳求我们内政委员会的委员能够把这一句话这件事情听进去，就是我们让公投更加的简单。那么过去也讲说啊，这个都两人公投，既然大家已经有共识了，像国民党也愿意从善如流，我们愿意降低下来，我们希望我们今天能够一个很好的结果，我们把门槛都降低，让我们的公投真正的是让人民直接可以行使民权的一个途径，来弥补当我们这个执政党我们政府做出要道明逆施的一个政策的时候，我们人民有权利起来反对他，起来那么向这个政府说不啊。我想这是我们这个提案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来降低门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希望这个民主台湾的民主能够与时俱进，能够向前走。谢谢。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管碧玲委员提案说明。主席，大家好。我想全民在期待我们今天公投法的审查。公投法能够在这个会期过关，是众所瞩目、十分被期待的一件事情。
也是台湾民主下一个进程最重要的一步。本席所提的案子非常的简单，其实在贵委员会今年五月份的初审当中几乎已经有达到高度的共识，就是降低公投投票的年龄的门槛，把公投投票的年龄降低为18岁，让年轻人参与国家的发展能够有一个投票的途径，而不要让年轻人要去改变这个社会只有走上街头一条路。我们从1980年代林佳龙市长他们那个世代在台湾大学所掀起的晚近近代的这一波学运，他们带来的是很重要的社会的改造，他们带来大学自治。接下来这股运动发展到三月学运90年代的时候，他们又带来社会重大的改变，就是国会全面改选以及接续而来的刑法100条的废止。那么2013年的时候，洪仲丘的运动，我们看到年轻人走出来的时候，终结了台湾的军事审判制度。当然晚近 最近的一次的学运，他们栽培了黄国昌委员、徐永明委员他们的时代力量这个政党。年轻人如此积极参与社会的改造，成绩灿然大备，可以傲然地站在台湾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上，跟他们未来的子孙说，我们每一代的年轻人都没有交白卷。可是台湾的年轻人参与社会改革，带来社会重大变革，他们的平台在哪里？他们的地盘在哪里？他们的平台、他们的地盘几乎都在街头。让我们改变吧，让我们从18岁的时候让年轻人可以透过他们神圣的一票来改造这个社会。所以本席认为宪法来不及修，我们很感遗憾，为什么拖延到现在？年轻人要掌握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年轻人要成为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翁，他们所需要的就是手中的投票权。可是我们的宪法还没修的时候，公投法可以修的时候，我们希望公投先行。所以本席提案最重要的就是处理这一条，也是我知道公投门槛的下修是我们这一次很重要的重点，但是我为了凸显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特别提出下修公投投票门槛到18岁，年轻人让他们来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吧，掌握国家的命运，投下这一票也是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我觉得我们要还权于青年。谢谢大家。好，谢谢。那刚才中选会刘主委说他的说明就直接在每一条在顺的时候他来说明就可以了，这样哈。那我们现在为了节省时间，我们请宣读新增提案条文。行政院提案条文第42条第3项修正为：预备或用以行求其约或交付之贿赂，不问属于犯罪行为人与否，没收之，其余与现行法条文相同。第43条第1款、第2款删除句末者字。第3项修正为：预备或用以行求其约或交付之贿赂，不问属于犯罪行为人与否，没收之，其余与现行法文字相同。第51条现行法第2项删除，其余与现行法文字相同。委员费鸿泰等19人提案。第10条第1项。句中千分之五修正为万分之一，其与现行法文字相同。第12条第1项句中5%修正为1%，其与现行法文字相同。第16条第1项后段修正为：经1/4以上立法委员之提议，交由中央选举委员会办理公民投票，不适用第9条至第15条规定。第2项修正为：前项公民投票之提案经否决者，自中央选举委员会就该公民投票投票结果公告之日起2年内不得重行提出，其与现行法文字相同。第30条修正为：公民投票案投票结果有效同意票数多于不同意票数，且有效同意票达投票权人总数1/4以上，即为通过。但第2条第2项第4款之公民投票案有效同意票数
应过选举人总额之半数，有效同意票数未多于不同意票数，或有效同意票数不足前项规定数额者，均为不通过。委员管碧玲等十七人提案，第七条中二十岁修正为十八岁，其与现行法文字相同。宣读完毕。好，那我们现在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经第一会期第十四次会议审查，已有初步之协商结论，另有费委员洪泰提案、管委员碧玲提案以及行政院再修正草案，院会再度交付审查。今天会议针对所有提案再一次检视，如异议则照上会期协商条文通过，如果有不同意见，我们再进一步协商处理。我们现在请大家移驾到前面进行协商。各位委员，我们现在请大家是不是先拿这一本这样子？这是上会期陈其迈委员他当招委的时候协商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意见哈。那我们呢就照这个部分呢重新再一条一条来这样子。然后呢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让他这个照这个条文；如果有意见，我们就进行讨论。那我们同时也会请主管机关这边表达意见这样子哈。好，那我们就开始进行哈。我们第一章啊，维持现行法章名第一章总则，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好，我们现在来进行第一条，大家可不可以过目一下？针对第一条，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哈。好，那我们进入第二条。针对第二条，大家过目一下这个内容。陈义杰委员有意见的话，请发言。麦克风在你右手边。针对第二条第五项的部分哦，领土变更之复决这个部分，我们是有意见的。
第一个部分哦，在两岸其实目前的两岸关系，我们认为并不是这么的理想。那如果你将领土变更放进公民投票的事项，说真的，现在对两岸之间岂会增加更多的歧见？我觉得是不利啦。哦，那也不利于两岸各种的经贸合作。然后呢，或许说不定你故意去挑出这个问题，然后到时候还会造成。陆方那边会有其他的手段，会来制裁台湾，然后去破坏现在这个现状。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成果并不能因为特定的想法，然后需要台湾人民去全民承担啦。所以这个部分，我认为说，是应该要把第五项这个部分不应该放在这里哦。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有关领土变更的程序，在宪法征修条文的第四条其实就有很明确的规定，所以我们其实不需要在公投里面再去加上领土变更这一项，因为你明明在宪法征修条文的第四项有征修条文吗？其实里面就写得很清楚，所以你不需要再另外再把领土变更的这个部分再放在公投法里面去做。那我觉得此地无银三百两，你这样其实说真的只会让彼此之间的关系去更加的反弹。那到底对台湾本身到底有没有实质的注意，我觉得应该是没有所谓的帮助啦，反而只会造成对立。那把这个也不应该再把本条条文再加上领土变更。那所以我希望东卫哈后来中卫雄厚支持呢。好，所以我觉得说对于就是希望本委员会的委员，其实真的就是尤其执政党委员，其实他们现在在委员会是多数。那我觉得说，大家应该从整个以目前两岸关系，如果真的这么，是不是真的适用？是不是应该去考虑把它拿掉？我觉得应该要多加考量啦。那当然，我们绝对不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修正案，应该是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同才对，因为为了真的不要因为。的真的不需要因为特定，我这样讲会不礼貌，但我觉得不需要因为特定对象而有特定的做法哦。这个我觉得要以台湾的利益为前提了，好不好？所以我认为第五项是应该拿掉。所以第二项第五款，这是陈怡杰委员的意见，应该把它第二项，因为征法宪第二项第五款第二条的第二项的第五款。就所谓领土变更案之复决的部分，为什么我刚刚说宪法第四条征修条文其实就有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疆域非经对对对，这个其实这一征修条文第四项已经写的第四条已经写的很明显的了，所以我觉得不需要再在这里再另外加上这一条，所以应该予以删除。今天换黄国昌委员，然后带黄昭顺委员，麦克风正前方就那陈啊这边好 ，OK。我说明一下时代力量的立场，时代力量支持。在第二项，不管是第四款还是要第五款，全部都要放进去啊，不能移除。理由如下：宪法征修条文从第一条、第四条到第十二条，其规范之意旨，乃是针对宪法修正案之复决以及领土变更案之复决，去设计一个要符合主权在民原则之高门槛，但是它对于这些复决到底要怎么透过什么样的程序来予以实现这件事情，宪法里面完全没有规定，一片空白。宪法里面完全没有规定，一片空白。如果把第五款拿掉的话，那如何的透过法律的规定去实践在宪法里面所规定的事项，会出现立法空白的状况。宪法里面明明有规定这样子的一个事项，但是在法律里面却刻意不去处理这样子的事项，那是要借由法律的修正来架空宪法的规定吗？法律的任务应该是在实现宪法里面所规范的内容。因此，就有关于第五款领土变更案的复决，没有办法把它单独的抽离出来。你把宪法第五款抽离出来了以后，那你是要透过公民投票法的修正来冻结宪法征修条文的规定吗？这样子的规范在整个法律体系上呈现完全错乱的状态。那因此，针对第二条第二项啊的第五款，
不管是从整个法规范体系的完整性，以及法律应该要去实践宪法里面所规定的事项，你把它删掉了以后，只会造成法解释跟法适用进一步更大的混乱。那因此第二项啊的第五款，我们认为本来就应该要按照宪法征修条文的规定，在法律里面予以明定，才能够让大家知道说，不管是宪法修正案的复决，还是领土变更案的复决，你到底要透过什么样具体的法律程序来予以实践。好，我们接着请黄兆顺委员，待会陈义介委员第二次发言。主席，我想先确定，我们上一次就上一次会的时候，我们这个文章是怎么写？这个条文怎么写？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就是现在看到哈。好，我想那个国民党在过去到现在，在理论上我们一直主张，就是说领土变更应该是在修宪的层级的哈。但是从理论上，我想从那个宪法的第四条的征修条文里面都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从这一次的选举的过程当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我想我们国民党付出一定程度的代价，所以我们从善如流。我们对于这些法条的修正，尤其是领土变更的复决，要把它摆在公投法，尤其是我们第一次的会议，上一次的那个第一次的内政委员会已经通过的条文，我想民进党完全执政就必须要完全负责，不管是两岸的关系，不管是台美的关系，我想本来我们有修宪的宪法里面有规定，但是既然民进党多数他们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承担，我们从善如流。所以黄委员的意思是支持。好， OK， 那请陈义介委员。有关第二条第二项，就是领土变更案的这个部分，其实以宪法部分，其实领土变更宪法已经明定修宪门槛的限制，那公投法中其实可以不用再放进来，因为你后者其实不能够抵触前者嘛，你即使放进来也没有办法高过宪法或比低于宪法，所以到时候其实有可能会产生和宪与否的这个问题，所以我真的真认为这个部分其实是应该要删除的，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产生啦。而且宪法的征修条文第四条其实讲得非常的明确了，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在这里再特别的述记这一块，所以我觉得就应该直接拿掉。好，我们请李俊毅委员。这个部分的讨论其实从第八届到现在都有，那因为宪法征修条文第四条规定的非常清楚，固有疆域，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应该是放置在宪法修宪的程序来处理。那事实上在第八届的修宪委员会里面也有这个案子，当时国民党是完全反对的，完全反对的，甚至反对这个案成案。所以我想是这样，就是宪法的目标非常清楚，宪法的规定非常清楚，那公投法只是如何依照宪法来执行这件事情。那我们现在要先确立的就是说，如果国民党现在开始要支持这件事情，那修宪的时候你们也应该支持啊，你们应该明确表达这样的立场啊，那国内之所以对这个问题，包括陈义介委员所提的，我们也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就是固有疆域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嘛？固有疆域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所以所有的问题是出在这里。那事实上来讲，民党过去都支持这个，我们也会维持支持。但是最重要的这个问题，不只在公投法要解决，修宪的部分也要解决，这才是真正的努力的目标。那我们今天谢谢国民党在这里承诺说修宪的话他们也会支持这个目标，我认为应该在修宪来我们来做处理。谢谢主席。我想修宪跟我们今天的公投法这是两件事，当然理论上就是包括我们整个固有疆土怎么修改等等，要怎么样做怎么样的调配，我想在修宪上大家要讨论的时候我想可以讨论，但是在公投法这个部分，当然我们基础上来讲，我们反对台独，但是既然民进党已经做了在条文上做的把它放进去，而且我们在选举的过程当中我们付出代价，所以我们从善如流。
所以我不太了解你的意思，所以你的意思是支持？好 ，OK， 没关系。那我们请庄瑞雄委员。主席，各位同仁哈，早我看前面几个意见听到现在啊，其实这种超生气啦，这没有什么高明的不同的一个看法啦。从去年大家这样在谈到现在，那只是因为唯一的差别就是国民党的态度的一个转变。那个欣然的一个悔悟啊，这个也是好事啦。哦，啊，这都咱阿公过去做了唔对，爱失去健款，无甲老百姓徛做伙，反而是时代力量他进来以后，他这个看法他倒是一致啊。但是这样的一个争执啊，我倒认为啊，你这开始有要看起来的宪法固有疆域的，你说要处理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呢、啊？啊，今麦大家伫家咧，干来看这条，啊，要心肝当心，这条我话先。咱先八条先来，安尼较紧啦。啊，今仔就是咱要心经的，啊，你心到尾啊，这条到尾啊，若未通的时阵，咱等下后壁遐先心无过了，那个等下这条嘛，看应该不要管啦，是大家每一个政党的立场看是安怎嘛，好不好？因为这些意见我都听了，我都可以背给你们听了啦，不然叫一个人统一出来发言就好了嘛，好不好？好，主席各位先进了。等一下，我们处理一下赖世华委员跟徐委员讲完，我们就来看怎么。这各位报告这个东西，现在我们的立场是支持。啊，那不需要假设我们过去怎么样的啊，都一天政党轮替啊，一直讲过去哈、啊，一直留过去，咱就是老的人一直留过去哈、啊，啊，不是承认啊，所以输啊嘛，一直输啊哈、啊，所以这个时候是民进党执政，民进党挑起来，这是过去民进党要的版本嘞，啊，怎么就在丢弃？丢弃像你把说通过嘛，就通过嘛哈、啊，就通过嘛，通过嘛哈、啊，所以我们主张通过不需要。啊，不需要这样子了哈，莫讲也掉过牙，我也去弄牙哈，就不需要这个地方啊。我们都愿意重现如果要讲的嘛，那我讲。今天还挡住牙了，兄弟。对，好公了，兄弟，不要这样子嘛，那气急败坏那哈。我是讲同样道理，过去民进党就是这个，就是过去民进党第八届的版本，怎么现在不敢支持了呢？对不对？那我们愿意支持嘛，因为我们因为不一直反对这一条，所以我们失去了政权，付出了代价啊，我们愿意倒过来。支持这样子的，啊，有什么不对呢？我不知道这样有什么不对了，所以我们支持这样的版本啊。好，我们请徐有明委员。我想哈，这个我反对台独了。OK， 好，这个表态完了哈。OK， 我觉得哈，我们在修法律的时候哈，政治表态不要考量太多哈，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认为第四条、第五条哈，其实还是要放在这对，不是第四款、第五款了，好，就宪法修正案之复决跟领土变更案之复决哈，应该还是要放着哈。为什么？其实我们前面也讲过，那宪法征修条文已经给这个权利，虽然也规范了，可是你还是要有个法嘛，否则以后如果真的要发动，我们立法院再来定个法吗？好，如果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公民投票法里面把这个第四、第五这个拿掉以后，或是只拿第五拿掉，你一定会遇到这个逻辑上的问题嘛？好，那当然，刚才李俊毅委员说，那是不是修宪来定一个完全针对宪法好的这个所谓公投法？那这是另外一个议题了。好，那第二个我会觉得说，如果我们做政治考量，那过一个月以后政治情势变化，那是不是态度要改变？好。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刚才不论是我们在争执，不是争执啦，就是讨论国民党过去的态度跟怎样。我会觉得说，如果从法的角度而言，哈，不要太多政治考量。好，如果太多政治考量，那是不是第三、第四、第五全部拿掉好了？好，表示对对岸的善意，我觉得这是没有意义的啦。好，我们在修这个公投法，从还权于民的角度而言，好，其实这个考量是不是要放进来？而且就像我前面讲，政治变动那么快，好，过两个月后是不是要修个法，又来表态？好，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是作为我们这次修法的考量。好，这一条我们暂时先保留哈，因为有几种不同的意见，有包括说这个是希望不要让它空白授权，希望能够明确写进去，这时代力量意见啊，国民党的支持。那也有陈义杰委员的意见，认为说不需要在两岸如此敏感的这个时刻用这个东西来增加困扰。对，我对。我知道，我会进一步解释，也同时这是两岸那个
宪法增修条文第四条已经有所这个让我讲一下。其实我觉得这跟两岸的关系其实没有绝对的关系，而是你原来第二条第二项的第五款所谓领土变更的部分，其实在宪法其实已经很明定的修宪门槛的限制。那它既然已经有在增修条文的宪法的第四条里面，它其实也说明的非常清楚。那所以公投法有没有需要真的再把这个项放进来？其实我是觉得是不需要的嘛，不然其实是会互相抵触的嘛。所以我是说不需要做到这样，而不要把这个原意把它转嫁到像刚时代力量说啊什么讨好对岸啊，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嘛。所以我觉得应该就事论事来处理这一条。好，那所以我基本上我们觉得应该用这样的角度去对才对。好，收到了哈。那这第二条我们暂时保留，因为不同意见，我们先往下继续走下去哈。那我们第三条的部分，请各位委员过目一下。中选会有一些修正的，我们先请陈其迈委。那个有这个有关第二条的部分哈，我刚刚看了第二条的第三款啊，他在讲复决的程序啦，啊，那还有创制的这个程序哈，那因为它牵涉到后面的这个宪法修正案复决啊，跟领土刚刚大家谈的领土变更之复决，那显然这个复决的代表的一个定义啊。它在于它的定义上，因为你看它在第三款复决，它讲的只在讲法律或自治条例的废止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些等等这个部分，所以等一下恐怕回头的时候还是要把这些定义再把它做一个厘清，这样才能够适用说到底什么叫复决，什么叫创制。我只是提醒我们委员，它的争议大概也不是刚刚这个我们几位委员先进所提到的说。这个什么复决的程序如何，也牵涉到定义的问题。好，所以待会请主管机关准备好不好？就是说，待会回头再来谈论这一条的时候，请把刚才陈先迈委员所垂询的那种法律体例、宪法层次的问题，请做个说明。好，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三条。第是啊，那你不是要加啊？那个是。好，第三条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照上个会期协商的这个第三条，好，是依协商的意见还是依中选会的？依协商，他有一个支，中选会已经把它拿掉了，留要留吗？对，他就跟选罢法可以一致这样子。好，所以中选会没有要表达新的意见，那我们第三条就照协商版本通过哈。在第四条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哈，有意见要讲哦哈。第五条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第六条，OK， 第六条有没有意见？第六条，其实请黄委员，你可以直接看那个协商这个版本，这样会比较清楚。没有哈，那我们来第二章。维持现行法章名，请问大家有没有意见？那个主席啊，现在审到哪里？第二章章名。第二章的章名。第二章。好，没有意见。那我们进行第七条，18岁的部分，请问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陈委员，我是请那个行政部门表达一下意见，好不好？那我们请第七条，请陈秘书长，那个麦克风可以给我们一支吗？
对于降低那个公民投票权的年龄的部分呢，行政院是完全支持。我想我就简单这样子表示。好，那请李庆委员。其实这条条文我们当然赞成，好，那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哈，这个部分包括公民投票法，包括选罢法，那我们也在内政委员会做了很多的努力，把这个部分都调整。那现在症结点还是在宪法的部分，好，那宪法的部分还是你如果公民权没有降到18岁，这个部分会有这个争议了，好，所以我还是提醒一下，行政部门过去也都支持，好，唯一反对的是国民党，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包括公投法、包括选罢法都已经做了调整了，我们希望国民党未来在修宪哈上也不要再挡这一条。所以黄委员要讲吗？那先请吴委员。针对哈第七条哈，那个年满18岁哈就要有公民投票权哈，这本席是非常的赞同，因为毕竟现在年轻人大家都对政治都非常踊跃啊。好，黄委员，主席，我想各位同仁，我想内政委员好像有鹦鹉哦，因为每一次在讨论这个讨论这个条文的过程当中，我刚刚已经讲过了，而且我们对这个条文是支持的。你要修宪，你们自己再去提修宪的条文，那我们在这里是支持的，不要老是在这里又提以前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刚才我们已经都提过，我们在选举的过程当中付出代价，我们现在必须要往前走，我们希望我们的委员不要在这里当鹦鹉。陈其迈委员。主席，各位同仁，第七条的这个年满18岁可以行使公民投票权，这个是在我们上一次的内政委员会在审查公投法的时候啊，包括了这个李坤哲委员、尤美女委员、郑丽君委员跟管碧玲委员，这一次的一个提案里头，我们都有特别提到说18岁的这个公民权，有关公民投票的这个部分应该能够优先来适用啊。那这个当然，民主进步党党团的委员，我们所提这个案，是意味着说未来包括公民权的一个下修啊。那可以先从公民投票法里头的这个法案的一个修正啊，能够起带头的一个作用啊。那我们当然也希望说啊。那我们这个公民投票法，这个18岁的这个公民权下修的这个部分呢，也能够适用到所有其他我们中华民国所行使的各类的一个选举里头啊，所以这个当然也会牵涉到这个修宪的这个部分啊。那所以我也希望说这个部分呢，我们民主进步党除了表达我们这个支持的一个立场啊，那也希望说。包括啊，这个会牵涉到后续的，包括一些选举人名册的这个部分的一个有关中选会权责的这个部分啊，所以我们也请主管机关就这个部分啊，假如这个我们这个法案一旦通过之后啊，就相关的这个配套的啊，这个因为选举有公投，也有可能跟其他的各类型的一个选举，这个是同一个时间举行。那就相关的一个配套这个部分，我们也请中选会啊，能够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些规定跟修正。好，那我是不是请教一下中选会，这个会有实务上会有哪些会碰到的一些状况，是跟委员会来做个说明。好，请主委。这个部分。如果是这样通过的话，这个部分在执行上没有什么问题啦，我们就是那个投票的名册的造册的时候去注意这个事情就可以。所以如果说跟那个选举同一天举行，那有的是可以18岁投，有的不能18岁。那个在造册的时候可以处理，没问题。好，那请李俊毅委员。
这个部分哦，不是当鹦鹉，而是这个部分重要性在哪里？哦，这个追根究底还是修宪要解决？那我只是呈现哈、哦、过去的事实，过去的事实就是包括国民党委员也提出18岁的修宪，但是国民党的党团最后就以什么以完全不同层级的这个所谓在籍投票哈、哦、不在籍投票的部分来绑18岁，然后让这个修宪案没有通过。那所以我们现在希望哈、哦，包括修宪的部分，包括公投法的部分，包括选罢法的部分，通通要一致，未来就是要18岁就有公民权。那上次在选罢法的时候，事实上国民党也是反对的，所以这个部分必须把它说清楚。那国民党已经付出一次代价了，我再提醒，如果还要继续背梗，你们会继续付出代价。来，请黄委员。主席，我觉得这非常无聊的一件事哈。那些已经付出代价的委员都已经落选了，啊，那我们是新的，包括林立产，包括杨振武，我，很奇怪，那个时候我没有在内政，我没有反对哦。我觉得我们这个委员会老是有一只鹦鹉在这里嘀嘀咕咕的，影响我们整个议事的进行。我希望主席这个案子没有任何的意见，好，我们就让它通过。OK， 第几？啊，请陈义杰委员。我想把门槛降到18岁，其实是全民的共识，也是应该是各党团的共识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条有没有需要争议这么久？如果说，国民党在这里，其实我按你听起来啊，其实一直这样下来，刚刚就不断地跟民进党打吹狗啊。那说真的，我觉得来讨论这样的法案，其实不是要挑衅哪一个，不是两党互相在那里，也国民党说真的啦，我讲这话或许比较不礼貌，但是真的也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挑衅民进党啦。那说真的。很多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这是全民共识的话，到底有没有必要？因为你都支持了嘛，你支持你都还在为了这个而争执，那有必要这样子在这里讨论这么久吗？第七条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好，进入第八条。第八条大家公募一下有没有意见。好，维持现行条文。我们第三章维持现行法章名，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的话，我们进入第三章第一节，也是维持现行法节名，没有问题啦哈。OK， 第九条的部分就是时代力量原提案是不予增订，但是后来有修正为这个郑丽君委员提案的这个第九条的文字，请大家过目一下。请这个中选会我们主委发表意见。好，因为刚刚最近修正通过的选罢法里面有一款啦，写说采电子提案及联署者其文件以电磁记录之方式提供啦，所以我们建议在这个地方也放进去，因为我们在考量联署的时候是把罢免跟这个部分的这个联署是一起提用哈，所以第五项加在第五项里面加一项，就是采电子提案及联署者其文件以电磁记录之方式提供。各位委员就在这一本哈，我们中选会有再修正意见这一本，这样你就可以看到刚才我们主委所念的那个。加一项，加第五项，加第五项，然后那个第五项变第六项。好，你看到他的提供的第一页里面的第九条，好，他的加第五项的这个部分，我们请陈其迈委员。那个，我请教一下哈，这个因为我们上次在有关罢免的这个部分，好像那个电子联署那个也放到里面嘛，对不对？对，那对。那执行的这个状况跟准备啦齁，就是说在实务上，因为这个其他国家也有类似这种电子联署的这个部分嘛齁。那我们中选会假如从包括我们这个选罢法已经通过齁，那现在这个公民投票通过之后，这个大概这一套系统大概它建制的一个准备的一个时间大概有多久，那准备的状况怎么样，其他国家的经验怎么样，是不是说明一下。我们在那个上次审查预算的时候有说过，要先把那个法制面的那个规划呢，先向内政委员会报告，然后我们后面的那个规划测试啊，我想应该6个月内可以完成，包括测试在内。对，其他国家状况有细节没有？我们没有在看细节啦，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问了一些资讯，他们觉得这个应该在技术上不是太大的问题。
阮出国钱足少的啦，阮哎呀。好，我们请李建议委员。我想这个部分大家都没有意见，但是我要一个提醒，这里的条文还是用主管机关，那主管机关因为公投法的主管机关是行政院，选罢法的主管机关是内政部，这个其实都还是有争议，我们在这里努力这么久，我们希望把选罢法的主管机关改为中选会，甚至未来把公投法的主管机关也改成中选会，这才能够落实选务选政在一起。那这里提的是主管机关，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要了解一下，说明一下，看看那个中选会跟行政院的意见是怎么样。那要不然请那个啊，第几条？第三条吗？现在确定主管机关就是中选会了。对，那个委员。呀呀呀！哎，刚刚已经 OK 了。好，请徐永明委员。我想陈其迈委员那边提到哈，就其他国家的经验哈，以及有没有测试，这个蛮重要。因为未来如果你在联署或者是提案的过程里面有些差池，哦，不要变成这个新的政治事件哈。我是觉得说中学可能要注意这边。我当然刘一舟老师其实是这方面专家了哈，可是我的意思说。可能我们第一次做之前一些测试，好，可能还是要更谨慎一些，这样。好，那请中选会特别注意了哈。那我们第九条就照中选会最后再修正的这个意见，请那个林立场委员。我们要请教一下主管机关了哈，就中选会。那如果网络联署，他的这个身份的确认？还有如何去预防所谓的就是骇客入侵？那你的技术面上，我们中选会技术有足够吗？还是需要哪些部会去做协助的？因为我们那个因为我们联署的时候是用自然人凭证来的，所以初步这一规划是这样啦。如果是就是这个部分，如果那个自然人凭证没有问题，就不会有问题。要高很高很高。没有。报税都自然凭证有500多万。报税都是在初期运作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双轨啦，就是书面的跟这个都是一起的啦，所以一定有。没有，我是支持啊，只是提醒一下，说在制作电子联署的时候要注意身份的确认啦，这样而已。我是支持啊。好，大家都支持，不过我的提醒都很重要，而且借由你们说明，大家可以更清楚知道你们现在规划方向是怎么样哈。好，请把你们目前说六个月内要做什么样的准备的报告向内政委员会提交书面好吗？好，啊，审查预算有决议过，那就请提供哈。好，那第九条就照这个周选会再修正意见通过。第十条。请大家看一下有没有意见啊，请那个中选会。第十条就是中选会建议在那个第二项的地方加上那个或补正之提案后，就是主管机关于收到公民投票提案或补正之提案后然后底下是一样，然后最后又逾期未补正或经补正仍不符规定者予以驳回啊，这个就是补正一次机会啦，那不然的话这没了、啊、所以就是一次的补正的机会这样子。好，就等于是让这个公投的这个提案联署人他们可以有补正的机会啦哈。好，大家看一下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我们第十条也就再照中选会再修正意见来通过哈。第十一条没有意见哈。第十二条，好，没有意见，我们通过。第十三条。
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通过第十四条，这边是写删除，已经并入第十条。那第十五条，好，那个中选会对第十五条，好，有那个在第一项的部分呢、啊，行政院对第二条第二项第三款之四项啊，这个部分我们觉得要讲清楚了啊，第十五。十五啦，啊，这十三条，第十五条啦。哦，这个十三条哎，那妈妈这是十三条。哦，所以你们对第十三条其实有意见？啊，这个是第三条，我刚才看到以为是第十五条。就第十三条只是加那个文字上呢。对，我们确认一下好不好？我们的条号的第十三条里面，中选会的意见。好，主席，我报告一下，好不好？有关十三条的部分，可能条次要做一个调整，因为他这里讲的十三条讲的是行政院对重大事项，那应该跟后面的就是未来这个立法院的这个公投的事项，这个部分要搭配了。哦，不是说十三条忽然插到这里来，因为我们这里其实是在讲那个联署的程序嘛。哦，所以这个条文，是不是？交给主席来处理，就是说这个条次必须要做有所调整哈。以上。哦，对对对，这是行政院提案权的保温啊，对对对 ，OK。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请授权主席这边，我们跟会务人员哈、把这个条次，然后主席那个文字是我们可以建议一下。好，请那个第十三条哈，就是行政院对第二条第三第二项第三款之事项，这个就是我们建议就是把这个改成这样，因为原来讲是重大事项吧。重大政策事项，我们讲就是第二条第二项第三款是四项，然后在第三项的部分呢，行政院是提案经立法院否决者，自该否决之日起二年内不得就该事项重新提出啊，这个也是文字上比较明确的规定，这样子。好啊，那我们请赖瑞龙委员。抱歉，主席，刚刚十二条的时候哈的第四。一二三四，最后一项的时候，其实它有一个前项的规定，其实应该是第二项的规定了。这个可能是文字上当时在整理的时候疏漏，这个可能要做一个修正一下。第十二条的最后一项，第十二条最后一项，公民投票一前项，它前项应该是第二项的，才有那个有关于相关的联署相关的一些放弃联署的相关规定，所以可能要再做一些调整。这个文字是不是请整个再看一下？这样没有错吗？所以是不是就是公民投票一第二项？好，谢谢提醒哈。那我们第十二条的第三项的文字就改为公民投票一第二项。好，对不起，第四项。第四项里面的文字要把它改成公民投票案一第二项或第十条第三项这样子。好，好，那第十三条的部分，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就依中选会所做的再修正意见来通过。那刚刚李俊委员提醒说，这一条的这个位置放在这个地方有点不搭的部分，是你们要不要说明？好。不知道，说这个地方为什么括弧，是因为说如果放弃三年内不能再提公投案，当时委员还没有
结论，所以我们先放在这边，要请大家参考，要不然这个很严重，三年内不能再重提。这样子吗？就是这个，这个不是当时没有结论，因为三年内不能重提啊，这个很严重。就放弃，所以我们特别用泼火。对对对，因为放弃三年不能重提工程。好，那个这样子哦，第十三条的部分我们就先照这个就是中选会的再修正意见通过。那至于条次的部分哦，在授权我们这边来看。刚刚呢，会务人有提醒我们说，第十二条的第四项啊，刚刚赖委员有提醒的第四项，为什么是刮胡？他回顾了一下说，因为上一次的讨论认为这一条是不是要在三年内不得就同意是要再提出，大家好像有点疑虑，所以呢有刮胡起来。那是不是我们现在这边做个决定好不好？就是说到嘿，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把刮胡拿掉了哈，就把它就变成第四项。OK， 那我们再来进行的是第十五条了，对不对？第十五条，大家看一下。好，如果没有意见的话，哎，这个是什么？这没有一条跑的。这个没有，我们就那时候就照这个通过了。所以呢，就照这个文字。对对对，照这个文字，但是我们条号会全部都会重。哦，好，大家现在看到的所谓高志鹏委员第十四条的部分，当时是照这个文字的协商结论了哈，然后条次最后还会再整理，大家是不是也过目一下？十五条已经过了，现在是高志鹏委员第十四条，有没有？在第六页。因为公务有的是用部分条文，就用信息法的条号；有的是全案，他那个条号就自己有编一个顺序。主席，那个高志鹏委员第十四条这个部分，刚第二条的第四款、第五款，那保留的话，是不是一并先做保留，好吗？好，高志鹏委员第十四条这一条，因为我们第二条目前保留，所以我们连同这一条也一起保留。好，好，那我们进入到第十六条，第十六条部分，中选会是不是有一些意见？那个第十六条的第二项啊，第二项我们建议说，立法院之提案经院会否决者，自该否决之日起二年内不得就该事项重新提出，那这是跟那个行政部门的提案一样的，就平行的规定了。好，请。惠宏泰委员有提了一个修正的提案出来，是不是把他的提案也看一下？好，请大家看一下惠宏泰委员的提案。蔡委员这边的提案精神应该是说，就没有经过所谓院会通过的这个部分，只要四分之一以上立法委员的提议，就可以交由中选会办理公民投票这样子。哎，请林立成委员。
其实我觉得说，我们是非常支持费委员的提案，因为不管是时代力量还是亲民党，其实国民党现在都是少数党。那其实有些议题方面，我们是希望说少数党也有就是发表意见的权益。觉得我觉得说，就是在院会里面四分之一同意就可以交付公投，我觉得这个对少数党来讲是保住。就是保障少数党的发言权啊，所以也希望我们多数党有雅量，大家一起来了。好，请杨委员。我个人觉得哈，这样的一个修正代表的是一个进步的立法精神呐哈，因为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它保障了这一个直接民主参与的门槛，第二个。在实务上，其实政党轮替已经成为常态，不管哪一个政党有机会执政，他都必须要接受更直接民意的一个监督了。所以我个人觉得说，这个精神也是本院在这一届以来，我们不分党派都一直在接触的这个进步的立法精神啊。所以我想还是要请所有的委员能够来支持这样的一个修正。好，还有没有其他委员要发表意见？现在第十六条，然后同时一起参考那个费鸿泰委员的提案，因为他的提案跟先前的协商的结论不一样。那所以我们是不是一起看一下？李静怡委员，大本的七十四页，七十三、七十四。74页，差别就是四分之一以上立委提议，然后还是说要经过院会通过这样子。第十六条，这个那个主席，这个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那个行政院中选委，有没有其他国家的一些例子的部分可以参考的部分？这有没有其他国家的一些例子？院或中选委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就你们所了解的。这方面还没有，我们并没有什么看到我一致的东西啦，就是各式各样都通通都有，对对，就是多少都有啦。但是我想我们要比较注意的是说，如果是四分之一的话，就通过，就是说我这是我个人意见，就是说我觉得是避免公投，因为每次公投要动用那个社会的资源啦。那如果可以在立法院处理的问题，为什么要拿到那个公投来做？这个成本大概还是要考量的。请杨委员，那个主委，你这样的讲法哈，坦白讲，我个人意见很大。其实，在公投法的修正里面，对于什么事项需要诉诸是直接民权，它其实已经规范得很清楚了嘛。否则我们刚才在讨论那么久都是在讨论高兴的，那今天公投的范围跟公投的事项都已经规范清楚了，所以你刚才那一句说立法院可以处理的，干嘛要拿到公投来，这句话我觉得哈很不恰当了，那就很不恰当了。立法院可以处理的事情就不必要去诉诸这个直接民权了嘛，当然我们在规范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请李静怡委员。我想提醒大家，我们现在是在讨论就是说立法院发动的公投，那这个部分其实必须要跟公投的联署的门槛一起来看。我这里刚才那个赖瑞龙委员在问各国有没有，这里有一个各国的，其实像爱尔兰啊，像丹麦啊，像这个奥地利啊，其实都有相关的限制。那如果以我们现在修正的这个联署人数来讲，就是你只要有27万人就可以联署成功了。那以这样的情形来讲，这其实每一个政党都有这样的实力了。
哦，每个政党随便喊都有27万、哦、那所以有没有必要来拿到这个立法院的这个 有立法委员四分之一就好？那立法委员四分之一的提议会面临一个问题，好、哦，就我随便举例，就是我们刚通过的劳基法，比如说这个周休二日这个劳基法的修正，那可能有政党就不以为然啊，所以他就提出公投啊。那这样我们变成全国性的议题，不断的在公投啦、啊。哦，所以这个其实是要跟这个公投的联署人数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规定？过去我们所以哈、哦、会主张这个的部分，其实非常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过去的公投门槛过高，所以是一个鸟笼公投。那现在如果门槛没有这么高的话，其实创制复决权还是人民的啦，哈、哦，这个明代哈、哦，其实不必用政党的力量来做这件事情，哈、哦，所以这个大家思考一下。好，那我们就先保留好不好？因为有不同意见，还请黄委员。我想在这个国会拥有公投投票的提案权的部分，包括有许多的国家，啊，诚如刚才李委员所讲的，那尤其是丹麦宪法明文规定，丹麦宪法明文规定是三分之一以上就可以。那这个部分就是在避免我们整个国会暴力的问题，所以相信大家都知道。那以目前来讲，所有的提案在立法院要跟那个公，怎么一回事啊？嘿。那今天哈，虽然是27万，我觉得这是两件可以并行的一个案子，并不是不能够做，而且能够减少很多外面的一些压力，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应该可以做的。等一下哈，陈其迈委员，然后陈怡杰委员，徐永明委员。那个主席，各位同仁，我是对国民党的说法比较保留了哈。那既然丹麦是三分之一，为什么国民党要提四分之一？那第二个哈，这个政党的立场啊，跟人民表达的这个意见的这个立场，不见得会有一致的一个地方了哈。所以我们应该要从放宽啊，在人民不管是提案、联署或通过的门槛啊，这个才能够实现哦，人民行使公民投票要表达这个意见的一个自由啊、哦，那反之，假如有政党利益的一些考量，比如说，那国民党是会发动在国会，他假如有四分之一的席次，啊、哦，我们现行的法律的规定里头啊，有关大法官会议的事项门槛都还高达三分之一，啊、哦，那你门槛降那么低，四分之一啊，或者甚至是五分之一，那政党假如有政党的这一个的意志，譬如说不让党产处理条例，那现在国民党就那我也要公投啊，或者是用其他的这种方式来做处理啊，那这个也许是在政党的利益而言，这个是对政党有帮助，但是是不是有必要到符合整个人民的攸关人民的利益去做公投啊？我的意思是说，这些啊本来是可以透过国会的一个解决，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啊，这个包括比如说大法官会议等等其他方式的这个途径去解决可以处理的一个事项啊，那在用国会任何少数党啊都可以发动这个公投的情况之下，那这个恐怕第一个也剥夺到人民的一个权利了哈、啊、那第二个恐怕在整个公民投票的一个行使的过程里头啊，这个也啊会跟我们当初设计说由人民直接来表达意见的这个部分、哦、恐怕会有竞合的一个部分、哦、所以我是表达比较保留的一个意见。好，那我们请陈怡杰委员。基本上我对于黄委员刚所提出来的立场，我会觉得要相对要去考量跟给予保留啦，因为就像李俊毅委员刚刚有提到，如果现在其实基本上我们门槛已经降低了，那如果动不动我们就因为什么样的案子然后予以公投，其实说真的，其实到最后会沦落成好像是因为任何政党可能或许他有他所谓的政治目的，就是办理这样的公投。其实这样子跟我们这个其实这样子跟我们把公投法的门槛降低，其实是有点背道而驰的啦。那我们也不希望说因为这样子，因为特定未来或许任何一个政党，我不说会因为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而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也好，或去造成社会整个更
更多的动荡，其实这都不是我们所见的，都不希望我都不是我们希望见的这个部分啦。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是对国民党立场，我们是给予保留的态度了。请徐永明委员。这个其实回顾整个公投法修法历史哈，很多时候我们在修法的时候或过去哈，不论是从陈美时代到现在哈，很多大家条文上都有很多政治考量哈。那可是我会觉得说，其实我们还是回归法律哈，有一些平衡跟比例的原则哈。那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我们发动权带有立法院、行政院哈，那当然等一下十七之一会谈总统这一边的哈，还有人民的哈。那我们在行政院这边，我们是要经立法院同意，好。可是如果我们回来立法院这边是三分之一或是四分之一，好。那我一说，其实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我其实我觉得开放我们的立场是发动权，其实门槛不要那么高，好，这个我们没什么意见。可是我一直说，那你行政权的发动权，你要不要相对而言，好，因为你在这边立法院便要立法院院会决议嘛。立法院同意，就是行政权的行政提案权这边，好，所以我觉得这是 不太对称了。你在行政权这边，好像立法院要过半支持才有可能发动。那你在立法院这边的话，当时很清楚，那是不希望陈水扁那时候来发动公投嘛，好，立法权，行政权这边来做，好。那我就说，其实大家要更改，还是要回到整个公投法这个补正的精神来，好。虽然我们当然知道每个或党团有他的政治动机的考量，可是我基本上不那样讨论。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还回到一个平衡跟比例原则？如果我们要下降立法院提案权，好，那是不是我们对行政部门的提案权是不是也好？那当然，现在执政党可能没有这考量，因为我在立法院是过半，好，可是过去朝小也大的情况，那又是另外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考量应该是一致完整的来考量。好，请杨政委员。主席。未免刚才各位委员所说的有量身定做的疑虑了哈，同时也呼应刚才有好几个委员讲说三分之一以上的门槛，那三分之一这目前也不是国民党就能够单独操作的，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那个修正的动议啊，就是把这个门槛改到三分之一啊。OK， 那我们先应了哈，那这一条我们先保留，那我们请行政院发表一下意见。包括各位委员，就是说第十六条原来现行的条文啊，那个即便是由立法院这边来提案的话，也必须经过立法院的院会通过。那现在费委员所提的，已经把这个立法院院会通过这个条件拿走了。那我觉得对民意机关的合议制来讲，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太正常的，变成四分之一的委员提案就可以去进行公投，那跳过了这个院会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请贵院能够再斟酌。好，没关系，大家都已经有表达过各自的角度的看法，我们先保留哈。我们目前是第二条第十四的高志鹏文第十四条跟第十六条目前保留，跟大家提醒一下。好，我们这第十七条，大家看一下有没有意见。中选会是不是有意见？要不要讲一下？那第十七条，我们建议修正，这是十七条之一啦。十七条本身没有，十七条之一才有。OK， 好。好，请陈其迈委员。这个我只询问说体力上啦齁，因为我们这一次是公投法在大半修嘛齁，所以在体力上这个这个中选会齁，十七条的防御性公投，它在体力上 它到底是属于哪一类型的，我们在第二条里面规范的这个它所列举的这个事项，那有没有必要说在第二项里面再来做规定，还是这样的话在执行上没有什么问题，在体力上，因为我们这次在大翻修嘛。要不立
防御性公投基本上当初立法的时候就是这个留给总统自己去判断的啊，所以在那个电话不在那个里面了。好，那请问其他委员有没有不同意见？十七条，十一条之一还没有。嘿，林委员，因为这条可能去回反看到我们刚刚的第二条的领土变更的部分，那会不会这边就会变成到，如果是我这个要厘清清楚，那当国家遭受到外力的威胁，这算不算领土上的一个要去发动的？我想说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行政部门跟我们解释一下？跟领土变更的那个刚刚前面的那个有什么？好，那个第十七条当时候在立法的时候是应该是由委员这边的提案哈。那我想他这个是赋予总统有针对国家当主权可能受到影响的时候，总统的职权可以去做一个处理的哈。那刚刚那个林委员所垂询的就是说这个会不会跟领土有关系？那这个外力跟主权有关，主权当然也会可能就会连接到领土的问题，我们不排除有那种可能性。好，但是这一个条文主要是总统的职权去做一个判断。我没意见。好，那第十七条有没有意见？我们就照这样子通过哈。那修正动议第十七条之一的部分，中选会是不是有意见？还是请陈义杰委员。针对第十七条之一哦，就是两岸政治协议公投的部分哦，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说两岸监督条例其实应该之后它就其实跟两岸监督条例草案其实针对谈判前或谈判中或谈判后，其实它不同的阶段其实都已经做了非常明定相关的处理程序哦，所以我们比较建议应该留待审议两岸监督条例的时候再来处理。那除了这样子的立法体系比较完整之外呢，也可以避免到时候这两者的条文会有所冲突，而且也会有争议。那到时候反而我们会有反而到这两个条文有可能都有自爱难行的这个状况会发生，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这部分应该就是直接删除。那第二，接下来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其实我们目前我国对跟对岸的这个关系哦，其实看起来其实不可能去跟对岸完全去做切割嘛，所以势必未来其实会有很多协议是需要去跟对岸谈判的。那就像刚刚所说，如果两岸关系的特殊性，这个协议它是写说政治协议，所以政治协议其实它是非常的广泛的，所以如果我们这个条文放在这边通过之后，其实我们几乎是可以断言说未来的两岸可能都达不到任何的协议了。好，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必要是这个部分是不是就十七条之一就直接删除就 OK 了？因为就像我说的嘛，你到时候两岸监督条例也有了，然后你现在放在这边，到时候两者条文到时候又有可能又有冲突，然后再接下来说它的定义的部分又是政治协议，那政治协议又这么的广泛，那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删除会相对的比较完整一点了。还有其他委员要表达意见吗？那请徐委员。反对删除了哈。第十七条跟第十七条之一其实都是关于总统的发动权了哈。那第十七条讲得非常清楚哈，是所谓防汛公投，这个其实我们在座很多委员都经历过，那时候一开始这一条进公投法里面很多考量哈。那十七之一其实我也不要讲说其实我们大家其实在服贸争议的时候都认为也都同意说，如果是政治协议的话应该用好、哦、应该是交付这个公投来处理哈、哦。那我们放在这边
或是妨碍两岸人民监两岸协议监督条例里面哈，这个其实我们在委员会的时候那时候有讨论哈，所以那时候有一个看法就是说应该是放在这边哈，是17条跟11条之一放起来哈，那从总统跟主权的角度来看这个议题哈，那其实我们的后面其实谈协商完成之后是协议文本3/4出席3/4同意，那甚至还要有效同意过选举人数总额之半数哈，其实这样高的门槛哈，是不是真的担心说啊这个条文定了以后哈，真的会影响到两岸关系哈？这么高的门槛代表这是对国民主权一个很清楚的看法哈，所以我们是认为说17之1好应该还是照委员会之前的审查哈放在这里哈，拿掉真的有对两岸关系有帮助吗？好，其实我会觉得说真的在讨论公投法的时候不需要太多这个政治情势的考量哈，因为就像我前面讲哈，这些变化很大，我们应该是从整个公投法的体力的完备来看哈，所以你跟17条之1从总统的发动权来看，我觉得放在这边是非常适当的。好，好，我们请陈义杰委员。其实公投法是依据宪法主权在民的这个原则去确保国民直接的民权可以行使所立的法，那我认为它不应该去成为所谓的朝野恶斗的这个工具，所以在这里亲民党真的如果你只是把它沦为朝野恶斗的工具，这个亲民党绝对是不能接受的。而且在这么重要的一个法律，你如果去冠上太多政治性的这个修正条文，其实这非常明显是跟本法的立法目的是背离的，所以我们非常坚持17条之1是应该予以删除的。好，那现在保留，好，因为有不同的意见，我们17条之1保留。我们休息10分钟，好不好？休息10分钟。好了，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后面就比较单纯的法条，哎，好，休息10分钟，计时一下，好，休息10分钟。
好。好，我们就继续开会哈，请各位就坐。好，十七之一保留了哈。那我们现在进行第十八条，对，保留啊，不同意见呢？来，我们请李俊毅委员。有关十七之一的部分，我还是提醒大家一下，十七条跟十七条之一其实都是有关行政部门发动公投的权利，所以概念上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过去所以会有十七条或十七条之一，主要就是说这个政治结构的问题或其他的问题哈。那这个部分其实是这样，有关两岸协议的部分哈，那其实应该规定清楚了。我个人的主张是应该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主张规定清楚，而不是放在这里了，不是单独把它抽出来。因为这里还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政治协议，我们在条文只是讲政治协议，政治协议的定义是什么，好，什么叫做政治协议。所以我赞成刚刚主席所说的这一条先保留哈，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十七条跟十七条之一都是原来立法的目的是所谓这个行政机关对公投的发动权的部分，所以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哈。以上报告。好，那我们继续保留哈。那请问大家对第十八条有没有什么意见？请中选会表达一下。好，第十八条的那个主管机关哈，我们建议把它改成中央选举委员会，因为这个部分的业务就是纯粹中央选会的工作。那至于说地方的部分呢，如果他准用了用那个前面后面的条文来准用那个第十八条的话，那个地方的选委会其实是不会再处理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建议就是中央选举委员会，因为这个地方是中央选委会专办的事情啊。好，所以就是所有的主管机关都改成中央选举委员会。对，第十八条的主管机关全部改成中央选举委员会。好，这个是那个中选委会的一个修正。好，懂。那我跟委员会报告哈，时代力量他们有提了一个修正，但因为时代力量在本那个委员会没有席次，所以有陈其迈委员本席跟 Glass 委员哈来帮他们联署成案这样子，所以请那个一起来，徐永明委员要说明一下时代力量对第十八条提案的意志吗？十八条其实最重要的是后面补了哈，就是发表会或辩论会是录影哈，应公开于主管机关之网站哈。那这主要是还是要强化宣传这边的了哈。好，那所以我们想这个应该主管机关这边应该觉得没有问题了哈。主管机关要表达一下吗？可以啊，要公开在网站。那我们啊，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没有问题。好，行政院跟中选会都说这个没有问题哈。那其他的委员有没有要表达意见？我们摩尼那的，我们还用 YouTube。对啊，对，我两个人用一种。好，不然那个每位委员都发一下了，好不好？发一下，好不好？你看，那你也没有给点五万哈。还是选我最重要的，
好了，那我就是一，好好好，就是那什么时候可以的考虑，这样子。现在停放的全额会员现在是中央。对啊，那你可以转用过来，你会当送中央机关下来吗？没有，还是用中央机关。对啊，机关选举会都是中央的。这个我再修正时代力量党团的意见啦，哈，这个辩论本来你就是在网络上也要直播啊，对不对？对，嗯，不是只有说最后的录音录影啊，好，所以应该我再提再修正的动议啦，哈，就辩论会之这个应该网络上就直播啊，那技术上有没有困难？对啊，并录音录影公开于哦，这个看着文字怎么修正了，好，请对，我这边支持陈其迈委员的建议哦，不过也是想听一看中选会的意见，因为包括我们各式各样的大选，其实甚至于连电视都转播嘛，好，所以要如何执行？这部分没有问题啦。那个直播我们在今年的那个总统选举的时候就已经要有网络直播啦哈。然后这个之后我们不只放我们的网站来放到 YouTube 上去了，我们还放。那我们是不是修正？我念一下，大家看怎么样哈？发表会或辩论会因网络直播逗点其录影录音，并应公开于主管机关之网站。陈委员，我们念了一下，你看看哈，那个发表会或辩论会因网络直播，其录影、录音并应公开于主管机关之网站。太水了，你不会跟得啊？主管机关技术上没问题吧？来，请那个主委。啊，那我那个十八条那个主管机关，我想还是维持，因为其他的条文其实都用主管机关，我们就维持好了，好吧？就不改成中央选委会。就维持主管机关。你们可以说明一下当时说要改的原因是什么？后来想说这一条就是完全是那个中选会的职权。后来想说地方选委会如果他准用的话，那他的主管机关其实是地方政府，不是地方选委会。那所以我们就要用那个主管机关的话，用准用比较可以解释。哦，但是因为我们前面定义主管机关就是中选会，所以已经没有问题了。对。好，那所以委员会大家请注意第十八条。原来的这个中选会的这个建议我们现在就不处理，就是让他继续保留主管机关。另外就是时代力量党团的动议以及陈其迈委员的再修正动议，就是照刚才我们所念的那个内容，那我们也先请印给大家看这样子。好，那这样第十八条有没有问题？我们请庄瑞雄委员。安尼十八条唔着几条，拄啊干啊迄个，我讲咩？一、二、三，第四项改，再加一个陈其迈委员的再修正动议，发表会或辩论会应直播及其哦，安尼念嘛哈，我们对哈。其他都我们现在应真的应。好，我再念一次哈。发表会或辩论会因网络直播，其录影录音并应公开于主管机关之网站。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第十八条就这样修正通过哈。好，第十九条。看是要改，是不是就不要改？都不改了。之后有要改的都是不改了，就照主管机关这样子。我想请教一下哦，第十这一条里面提到说，并分别张贴适当地点及公开于网际网路这样子哈。那前一条我们是讲说应该把它放在那个叫做什么官网哦。对。那我们要把它定义清楚吗？就网际网路。哎，如果是把。哦，这是刑法的条文。OK， 更广就对了。
们现在是第十九条，各位委员看有没有什么意见？说明一下好不好？上一个是公开于网际网路，要不要那从？是你们公告于你们的网页上面，就是就我刚有问同样的问题啦哈，你们说这是法律用语啊？是什么法律用语？要不然之后那个政府资讯公开法里面，去规范到政府资讯的公开有几种情况，有可以开记者会。好，也可以透过这种文宣的方式。另外一种就是把它放在网际网络上，所以它是用那个法律的名词这样子去沿用的。嘿，那当然就是主管机关的网站上，他们的那个官网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我请教一下，因为以前说登报的时候，也会人家找一种不知名的小报乱登，有没有？好，那公告于网际网络会不会就随便找一个很偏僻的网？官网。官网，因为它前面有个主管机关嘛，那所以这个就是主管机关的网站上，这个事实上是连接。这个可以再更明确让我们了解一下，譬如说应该是什么样的形式，让我们了解一下好不好？因为的好像是官网，然后只要透过官网，然后这样就可被认可。那你怎么设定？比如说现在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官网，那我是在我自己的官网里面再去做其他的一些会不 OK 的行为，这样子可以吗？主席，我是赞成那个陈委员的说法，因为哈，虽然秘书长解释说这个网际网路就是官网，在一般人的认知里面这是两回事，公开于网际网路跟你在你中选会的官网公告，这在一般人的认知里面是天差地别的两件事啊。公开于网际网路，如果纯粹从文字上来看，是所有的网际网路你只要有公开就可以，这就会有主席刚才讲的疑虑，所以我们把它明确一下。那因为他这个其实哈，除了那个中选会的网站上以外，那个地方的选委会的网站也会有连结，也会 PO， 嘿，那地方政府的那个民政局也会有，所以他要写的话会变成，如果你只写主管机关，变成只有中选会，也不止这样子。没有没有，我是说那是各种的方法哦，你那个公开的方法可以有好几种。那网际网路是其中的一种。好，那我想刚刚那个杨委员的意见，那我们要看一下这一个公报，因为这一个公民投票的公报，这个都是有中选会的吧，不会有地方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里就不需要。就如果大家那个的话，我们直接就跟刚比照刚刚那个条文写成主管机关之网站这样，好不好？好。我向各位委员报告啊，就是实务上我们怎么操作啊？我们除了在我们这个网站做之外，我们还放在那个Open Data 那个上面。那这个其实都就用不同的形式的这个资料，在不同的地方都有释放的啦。我们做这个事情呢，是一定是希望大部分的绝大部分人知道这回事，不会去放到那个什么不知名的小站去啊，不会啊。那个你可不可以再说明一下，说其他什么法律也都是这样用于写的？刑法。刑法上关于那个网络的部分呢、啊，在刑法的第339条，主要是政府资讯公开法了。对，最早是政府资讯公开法，那个时候在规范公开的方式有哪几种，其中之一就叫做网际网络。那时候用语是这样啦，这已经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啦，哈。那所以现在我是觉得，如果陈如刚刚那个主委讲的，我当然还会有其他地方，可是至少你在你自己主管机关的官网一定要有嘛，嘿，那就是比照刚刚十八条，就写成主管机关之网站，我想就没有争议了。欸，收好，如果我们第十九条把它修正为即公开于主管机关之网站，
这样子呢？好啊，这样范围反而变小了。这样会不会让本来我的想法是，我们觉得说他只要放在他的网站上面就结束了？啊，网际网络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要求，还是放在立法说明呢、啊？维持原文字了，用在立法说明好了啊。啊，对啊。如果说改成就是。网际网络一定涵盖他们的网，他们的官网嘛？英语官网之外之后，英语其实主委讲的是没有错。当然，他要做的时候，他一定会尽量周全。但是，毕竟这是在立法，不能因为你现在主观意识觉得你们会这样做，那立法就不用去写啊、哦。所以，应该我建议是说，应放置于官网及于网络网际公告这样，就类似这样的意思，把它涵盖起来了。好啦，有一点多此一举啦。我刚刚讲的不是主观意思啊，我们客观上就是这样子做的。那如果是这样，就是说即公开于主管机关之网站顿号网际网路这样子，这样会不会很怪？以前我们公告也是以专属网页、网际网路或其他什么网站组织。哦。那个湿地保育法第十八条的说法是说，并以专属网页（顿号）网际网路或其他适当方法广泛周知这样子。那如果照这样写，好，就是即公开于专属网页（顿号）网际网路这样子，好。这一条最主要的是那个公报要送到各户啦，每一个投票人手上要有这个公报才是重要的。那后面这个都是辅助。OK， 那就照刚才那样的文字喽。专属网站顿号网际网路这样。各位，要不然有一个比较单纯的方法，就是还是照原文，但是我们在立法说明里面把它写清楚，说包括专属网页，包括其他广泛周知的方式，这样子好不好？这样就不会说只有留于主观，它会在立法说明里面。那这个立法说明的部分要怎么拟？是谁会去出？啊，我们会写好 ，OK。好，那这样我们第十九条就这样子通过了哈。那第二十条，请大家过目一下，请中选会说明一下。啊，第二十条，我们建议就依照那个高志鹏委员的版本啊，因为他的版本他写的非常具体啦，就公民投票案于中央选举委员会依第十七条第一项规定公告前，有下列情事者，经立法院权责机关通知中央选举委员会者，该会应即立即停止公民投票程序之进行，并函知提案人之领衔人。这等于是说，立法院或者是行政部门，他已经依照他那个要求实现了他的公投的要求了，这样子。所以，我们建议那个条文这样子来写。主席，哎，请。关于这一条，我支持那个主委的讲法，因为其实高志鹏委员的版本相对精炼，而且就是像刚刚主委所说的，其实意旨也是相似的，但是他的文字是相对简单，也比较清楚的。他请大家过目的点是在中选会提出的再修正意见里面第六页的第二十条的文字，因为它的改变文字比较大，所以请大家看仔细一点哈。那个，我是不是请教一下哈？那个。行政部门哈，
可以请教一下哈，就是前责机关是什么单位啊？啊，就是行政部门。而是公投，那其实以后就公投，那那个经济部他说好，那就照你那个要求我处理了这样子，嗯，就政策的权责机关，对不对？那这个地方那个中央选举委员会也都改成主管机关，嗯，有两个。这个我这个请教一下我们行政部门哈，这个要假设一种状况了哈，那这个。行政部门有一个政见，好，要把那个政策，譬如说是核市场的这个关闭嘛，好，那这个公投的发动联署人，好，他认为说核市场，譬如说他认为说要关闭，那行政部门说好，那我现在要关闭了嘛，对不对？啊，所以已经在公民投票已经联署了，可是过了半年呢？那行政部门又说，那我不现在不关闭了，那我这些联署的公投程序联署进行的，那怎么去处理呢？因为行政部门反反复复啊，那你这个行政部门的一个反复，那主管机关你什么时候你要去做决定说，那我这个公民投票的在联署，那这个投票已经都联署好了，那我就不投了。那行政部门假如这样滥用这种，公民投票的这个规定，钻巧门的话，那还连署那边嘛，也半年啊，半年啊，我哥讲啊，我先不会关啊，我合适我不会关啊，啊是变啊，重新个连署啊，还是，这个怎么去处理呢？实务上呢？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经验呐哈，但是我想我们就。真的没有经验啦，但是我们就提委员会来，但是基本上我是觉得罗先生来讲是不应该再重新联署啦，但是你联署了，你有时间爱投票啊？你时间过啊？你这个你想合适？以前我话我甲你停啊，以后甲你讲啊，我你要联署，我正讲无你免联署，我停啊。啊，伊个要投票啊？啊，即等你。过不过半年了，讲啊，我可不可以开始运转啊？啊，你不要投票就投票呀，啊，都无投啊。伊就讲啊，你因为照程序你都甲停啊，你随时要当停嘞，会连署的时阵，嘿。到迄个阶段，顶转进入到迄个阶段，就到遐，啊，你停止行政部门调动，民众的你重新再启动应该。重新再启动的话，应该视同那一前面的那个公民投票的前面的程序的，比如说到第一阶段那个都视同已经完成，应该这样才对，理论上这样才对。不咯，这个是拘束你行政部门，你不能反复啊，对不对？你看，比如说我联署都已经完成了，行政部门说啊，好啊，我现在这样顺应民意哈、哦，我的决定机关，我的决定我主管机关哈、哦，因为你变成发动公民投票人，你这样的一个主张已经被我行政部门把你给实现了嘛，我给你实现了，啊，给你讲，我反悔啊。我像陈委员谈的这个反悔后悔了，那应该是视同前面那个部分呢已完成了，前面的程序已完成，按得通。注意力爱标的一个，干不起来，法理上本来该如此啊，对不？那按那文字上要怎么样来？那可能在条文上要有一些补充啦。他这个意思，政策变更他不用有什么程序嘛？他说公告程序以外而已啊，啊，所以他也很快，他可以反复做不同的一个决定嘛。他也可以找很多理由啊。啊，以前怎么样？怎么缺电啊？现在又缺电不缺电？什么？他这理由可以随着他变更啊，对不对？那我当时把核四停下来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现在不缺电，但是可是现在夏天到了又因为缺电，
所以我行政部门我认为那因为缺电所以合适要恢复运转啊，它情势可以变更啊。那跟委员报告啊，那现在目前已知就是只有美牛案了、啊、美牛那个进口后来修改那个什么卫生什么法，它就没有继续进行了、啊，那这个是事前就还没有投票前要不要有一个刹车机制，那这个刹车机制当然是由行政部门权责机关来通知我们，那我们再来做判断啊，只能这样了啊。你现在说要有一个怎么样的程序，我们也还没想出来要不要有这个刹车机制。这另外一个又衍生一个问题，好，今天我假设我们做了一个决定说好美牛不能进口公投，那是那个效力是持续多久，就以后到民国几年还要用公民投票的方式再把它回复吗？这是行政部门嘛，会有他的公投的一个效力的持续的问题吗？你看那个杨振武在点头，他国民党都想很多那种奇奇怪怪的奇奇怪怪的东西，我是点破他在想什么、欸、你看他一直在微笑、欸哎、欸，齐海兄，我在笑哈，我点头是因为真的觉得这个情况上，在这个情况下哈，的的确确可能出现实务上的这个问题啦，包含你讲的这个效力，它的期限是多久，哦，还有行政单位反复的问题，然后再包含，假设你公投是由我权责单位，我如果说我接受了，是100%照单全收，还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些都产生疑义啦，所以我在点头是这个，哇，你在搞软行李，嗯。就是你，我的意思是说哈，那个诸位，就是你，因为我们公投它有一个效力的程序时间有啦，但是你啊、在这一条里面应该要做一个期限，就是说，那你假如有这种情况，那你当你做了一个决定，你几年内你不能去改变啦，你要有一个期限啦，这样才合理啦。我的意思是这样啦，哎、欸，因为你后边哈，像讲咱公投过。立法院你要照安尼嘛，啊，一年来你袂当变嘛，你袂当公投过了，你立法院阁随要更改嘛，袂使嘛，对不对？这个在第几条？第后面的条文有做规定嘛，哈。但是重大政策这个部分要处理啦，我的意思是这样啦。你现在太联署，你已经按照联署呈案的意旨，你已经这个已经啊停止啊，这个已经做变更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变更你几年内或一年或两年，那你不能再回复嘛？啊，不然连署的人我们都要做检讨的，对不对？哎，那我追问一个问题好了，就是说，现在这个立法院跟权责机关啊，有下列两个情势通知中选会，那中选会就要停止嘛？那会不会其实你们根本就没有判断权啊？你刚才你们不是有说明说你们可以判断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情势，结果可是他的这个写法会变成说立法院跟权责机关自己认为已经有这种情势，他们只是通知你们，你们就必须立即停止这个部分，所以才会刚才陈其迈委员一直担心的就是说变成是在干扰公投进行了，就变成是说好，譬如说像国民党想要推这个食品公投，那、啊、个，我现在持平而论啊，搞不好我们行政单位认为说，哎、欸，我已经没有这个事了，帮你停这样子。那停的话，中选会也没有判断的权能力啊，就停了就停了这样。那我们人民的公投权会不会就受到很大的行政权很大的干扰这样子？20条，中选会有没有办法有否决权或判断权呢、啊？这样子，我想这样的、啊，这个中选会去决定政策，其实是不应该的啦，不应该、啊，因为我们过去也是觉得说，那关于重大政策这个部分，应该由行政院来决定，不是由中选会来决定啦，啊，那这个第二十条，现在就如果是高志文委员这个版本的话，他其实文字上我们讲说，在公告前有下列情势之一者啦，哦。我们在选办法里面的规定就是说，很多案子就是公告前你有这些变更，那完全我公告了之后呢，我公告的事项我就一直要进行到底。选办法里面是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地方要不要这样？如果我公告前，你可以这个地方明白讲，公告前你可以来告诉我这两种情形，不管是立法或是行政部门，可以来告诉我们说啊，我们已经做了这些事情，那你停止了哈。但是我一旦公告了之后，那这个公投我就要办。哦，所以不一定你们想问这样子。对啊，应该不用让你工作签嘛。对啊。对啊。或者主管签的机关决定，对不对？能够踩刹车的只有立法院而已，是不是？我们可不可以看一下原条文？刚才那个我们陈秘书长这边有出这个原条文，我觉得蛮有意义的哈。这个可以哪里可以看到原条文？大本的吗？我们看一下那个大本的里面，我们看一下第几页，好不好？哎呀，许传胜呢？许传胜不是观光，是不是观光？哎，今嘛干嘛去观光？你是吃的爷吗？我等下。完了，你是第一讲。88页89页，大家可以看一下。现行法是从右边数过来的第二个栏位这边。也就是说，踩刹车的权利只赋予给这个立法机关了。就没有给权责机关踩刹车的这个权利，这样是不是刚刚这个大家所疑虑担心的就不会存在这样子？好，就是说只有由立法机关自己认为他的立法已经这个实现了创制复决的目的，那通知主管机关，主管机关就把它停止，但是前提还是在公告前，一旦公告就没有就不能再踩刹车这样。来，请李俊义委员。这个有一个疑义哈，就是地方性的公投要怎么处理啊？因为在立法部门，立法院大概没有这个问题哈，我们有可以妥善处理。但是在地方的话，地方性公投，因为公投法是规范中央跟地方，那地方性公投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现行法是都一样，它是立法机关，如果是就说它一定要，对不起，我讲一下。就现行法的部分，它之所以可以去停止这一个公民投票继续进行，是指立法机关已经把法律或自治条例通过之后，那表示这个东西已经确定了，所以它当然就不需要再继续公投。但是如果是重大政策的公投的话，其实应该要回到还是这一个提出公投人来决定他的公投要不要再进行。不管是中选会或者是行政机关，其实应该没有权去阻挡这个公投，去决定这个公投要不要停止。我的看法是这样。28条准用的。秘书长意见我听懂了、啊。好，那而且这一条其实是在全国性公投里面哈。那我只是提醒说，这个部分哈，因为在地方性公投会比较困难，地方性公投的自治条例、哦、通常都定不出来了。下一章的那个地方性的公投有准用这个条文，所以、OK、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我只是提醒说，在地方性公投，因为以地方的生态来讲、哦、你要叫他定自治条例，定要定什么、哦、其实困难度非常非常高、哦、所以这个部分要注意，这个不是全国性公投的，然后地方性公投用准用，那准用的话。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我、哦、是先提出来让大家思考一下。所以各位委员，我们现在就是不是判断一下哈？我们一个先参照那个中选会所整理的一个条文，那个是在第那个版本的第六页。另外一个就是说，刚才啊秘书长跟本席有建议说，我们是不是回到原条文？
在大本的第88页、89页右边数过来第二个栏位的那个原条文，就是我们把权责机关的可以踩刹车的权利把它拿掉，只回复到让这个立法机关可以这样做的。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第20条啊，哈，就照原条文，然后但是呢，把那个选举委员会改成主管机关这样子。哎，请陈其迈委员。对不起啊，我会询问一下，就是说，刚刚是说要主管机关要踩刹车，这个程序要拿掉。权责机关啊，不是主管机关，权责机关，就是行政部门不能够帮人家踩刹车这样子。那。啊，所以假如说啊，那个政策他已经实现了，那为什么还要在公民投票？对，他自以为啊，我知啦，由提案人自己判断的、啊、效力啦。我刚刚讲是说要一个效力，说他在几年内不能改变嘛，因为政策他基本上他的，可是权责机关拿掉以后就不会有你提这问题了，就是说，譬如说他自己说我每年已经停止了，不合适怎么样，那你不管你啊，那除非是立法机关。自己立法已经实现创制复决目的，否则你不权责机关，你刚才所有的疑虑都是发生在权责机关，他到底有没有权这么做？那他效力维持多久，对不对？对。那你整个把他拿掉了，你整个把他的刹车权拿掉了，他就没有这个，除非是立法院自己修法过了，然后他当然就通知中选会说你不用再公投了。但是，假如说，譬如说权责机关呐、啊，哦、嗯，譬如说这个农委会，他已经决定说他。不进口嘛，对不对？那他应该是有一个效力的期间的问题而已啦，不是说他没有那个这个公民投票，还是要继续举行了。我的意思是这样啦。我懂，懂意思。但是我们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釜底抽薪，就是说我们不要让行政单位他可以有这个权利说，说已经人家合法进行的公投，结果他只是做一个政策宣布之后把你挡下来，那就会出现问题啊。挡下来要维持多久？那什么政策要3年，什么政策2年，会搞不清楚。啊、所以我的建议是，我的意见是说，那你就比照立法机关的这一年不能修法嘛，因为政策有可能会改变嘛。你第一个啦，我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美牛，假设啦、嗯，那你美牛假设美国已经没有狂牛病，或者是这个都没有任何案例，已经10年、20年，在科学的证据充分的时候，你他当然可以进来嘛。所以当一开始民众发动公投的时候，这个政府部门啊，觉得说，哎，民众这样的忧虑是正确的，所以他就把政策就停了。那你当然自然而然没有必要再去公民投票嘛，对不对？那一段时间之后，像立法机关，大概我们刚刚在讲的这个部分是立法一年内你不能再修法嘛，那所以你应该是要去比照说立法的那个规定的一个期限，看要1年或2年。那你有可能10年后，哦，你因为你在公道鬼啊，他当然会有一些约束力嘛。但是你行政部门踩刹车的时候，他当然他也应该有给他一个时效的一个限制，不是说主管机关就不能没有这个权利把这个去处理掉了。我的意思是这样啦，这样是比较又经济又是符合整个公投法的一个设计嘛。你应该是等同说行政部门，那你既然已经认同说公民投票联署人他的一个意志的话，那这个效率应该是等同于公民投票通过的一个效力的期限啦。我的意思是这样啦。刚齐迈兄哦，他的担忧或者他的建议啊，是不能说没有道理啊。那不过我跟齐迈委员要交换一下意见哈、哦，就是后面的重大政策的创制跟复决啊，它跟法律案其实有点不太一样啊。是说，因为你那个法律或自治条例通过了以后，它就发生效力嘛。你接下来没有经过一定的立法程序，它不可能被废止。但是行政部门啊的部分，就有关于创制跟复决的是，当你决定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当你决定要发起这个公民投票以后，行政部门他决定说，哎，你的意见有道理，而愿意去采取这样的时候，但是他关键上的差别是，他没有经过公民投票，在他没有经过公民投票，事实上你其实是不知道说人民多数的意志到底是正方。还是反方，所以单纯的只是因为行政部门他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在人民还没有表达意见以前，你要给他持续一定期间的效力啊。事实上，我觉得从学理上面来讲是有问题的，因为他只是有人发动，那行政机关也觉得有道理，但是毕竟那件事情多数人民还是没有表达意见，所以现在在这个条文上面啊，就是说，
刚刚行政机关的意思是说啊，既然就人家都已经做了嘛，那因此不要让主管机关让他停下来，那反正最后投下去了以后，让他取得公投法的法律效力，这件事情本身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就会产生刚刚齐迈委员想要达到的，就是他接下来延续性啊的效力的部分。所以如果行政机关的意见是说，那干脆就把第二项的部分把它给删除，只保留第一项，时代力量是赞成的。请陈委员，这个还是要就教一下国昌兄了啊，因为时代力量党团你们的28条当时修正的时候，就有关公民投票停止的程序在进行的时候，你们原来的提案里头就认为说这个可以停止他公民投票的一个程序嘛，所以我才在讲说，因为任何公民投票，我们在其他的体系里头，我们都有规范到它的一个时效性的一个问题啦。因为公民投票下去啊，除了说经过立法机关改变变成法律，那你要更动，你还要从修法的过程去做处理。但是对于重大政策的这一块，公民投票它的一个效率，它应该还是要有一个期限的。好，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在后面的第31条的规定里头，我们会去规定它的一个时效嘛？对对对对，所以行政机关既然已经改变了，在还没有投票前，既然已经改变它的一个政策，它理论上就不应该再进行公民投票，就没有必要。但是我们应该要赋予它的一个期限呐，譬如说，就等同于我在后续的31条的规定，1年内你不能再变更。就说你今天假如说，譬如说合适已经。这一个本来公啊要终止合适的运转，啊、哦，本来已经联署好要公投，那行政机关顺应民意就改变了，那你1年内，那你行政机关你就不能改变你原来的决定，应该是要还是要一个期限的。好、哦、来，我再跟齐外兄、哦、稍微解释一下、哦、现在有两种状况，一个是已经投了，一个是没有投，已经投了要有延续性的效力，我相信大家都赞成。这个没有什么好讨论。那现在是还没有投的情况嘛？哈，当时代力量去提那样的立法例，是在其他有公民投票制度的国家，通常都会有这样的规定啊。就权责机关已经做了你希望发动他公投做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公民投票事实上是可以把它停止下来，就没有必要了。那但是它不会因此取得延续效力。为什么我说它不会因此取得延续效力？是因为说，因为毕竟还没有投了。所以到底名义上面谁是多谁是少，事实上还是并不知道。但是我刚刚会之所以会赞成说行政部门啊的意见，主要是说，好，如果有人提案，那你不管权责机关他怎么对应，你还是希望让人民投，而且投了以后取得延续效力，这个是另外一轨的立法设计。那如果行政部门认为说，哎，这一轨的立法设计是他们觉得比较好的。时代力量没有道理去反，时代力量没有道理去反对。我的意思是这样啊，就是说，这个大家意见差不多了。延续效力在我们现行的31条规定是1年嘛，你公民投票完的这个法律的效果，对于重大政策还是1年而已啊。1年后行政部门还是可以做它处理啊。哦，你这个等一下再说了哈、哦。这个因为时代力量等一下，我是说按照现行的这些规定来看呢哈。哦，公民投票一定会有一个效力嘛，所以既然行政部已经改变，那我们就在法律规定说，你行政部只要做这个，你要想清楚，你当你做这个效力一做的时候，那你是1年或者是3年，你就不能改变。那这样其实也不会去兼顾到，因为行政部已经其实公民投票还没有投，假如是很悬殊，行政部当然他在政治责任的部分，他一定会去处理嘛。啊，他既然已经做这件顺利民意的时候，公民投票其实没有必要再举行。我只是说，那我们应该再加注一个它的一个效力的一个期限。那你至少，假如你把它停掉，那我要告诉行政部门说，你3年内或者1年内你不能改变了。这是效果是。现在公民投票都不用投了。大家厘清的蛮清楚的啦。第一个就是说，有法律，我懂，完全听懂。待会请那个刘主委讲一下了哈，就是说，现在其实所在意的，跟我们大家关心的差不多啦。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如果给权责机关有一个权利，它可以踩刹车？但他还是要必须有一个年限来约束他，以避免他政策反复所导致公投权利已经被踩刹车，又没有办法，所以政策上保存一定的期限，所以加进来。
然后但是呢，就是说，包括我这边或者在练这边提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直接要就要把行政权踩刹车拿掉，然后后面31条自然就有约束它的一个条效力。好、哦，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看法，是不是请刘主委你也表达一下你的看法吧？我觉得还是维持原来的那个条文啦、啊，就20条啦。因为我们从那个办理这个投票的时间啦、啊，我们认为就是说，现在的条文其实是讲说公告前啦、啊。那行政部门如果还有那个考量的话，要在公告前采取行动嘛。公告以后，我们是1到6个月内要投票嘛，所以这个时间其实是蛮短的啦。所以照道理讲起来，就是说，这时候如果是我们已经公告的话，那我们就投下去啦，就投到底啦。所以这个是行政部门要自己去做一些判断的哈。那这个的判断，不应该由中选会来做啦。什么判断由中选会做？那个，要不要顺应那个民意来改变那个政策啊？那但是就那个。时间点来讲，他应该在我们公告之前，他就要把这个事情做完了。如果真的他要做的话，那因为他是重大政策，重大政策其实是行政部门才有足够的那个能力去考量嘛，专业嘛。啊、哦，如果他公投了，公投取消了，过了半年，他重大政策的改变可能是因为他掌握了足够的充分的资讯才改变啦、啊。这个我想，这个。改变的这个责任应该是由行政部门来负担，不是就中选会不必介入这个事情了。所以你的意思是照你们照原来20条的那个规定啦，就是行政部门不要来踩刹车啦。OK。来，齐迈委员，那个刚刘主委意思是说，其实可以不用给行政机关踩刹车的权利，这样的、啊，那他们就因为本来31条就有一个约束点。我是不是建议这样哈？这一条到31条的时候再回来再处理了，这样大家好啊好啊，一年连线的一个考量，因为时代力量在等一下对31条会有意见嘛。好，好。我们刚是第几条啊？第二十，那我们第20条保留哈。第21条，那个中选会有一些再修正意见。就只有主管机关嘛哈，那就照主管机关的文字，其他都没有变嘛哈。好。那请大家过目一下。21条。好，请问各位委员对第21条的内容有没有意见？主席啊，他这个只有21条，就是只有把这个主管机关再纳进去而已嘛。
应该跟我们之前讨论的有涉及主管机关的都差不多嘛，啊、所以像这样的条文应该比较没有争议啦。主席，你们的那个文字很不一样哎、欸，第二十一条那个周选会提出来的文字很不一样哎、欸。跟那个，好，请那个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原先的这个所有的政治现金，这个参选的选举的是规定到政治现金法，那只有这个单单公投的这个募集政治现金等等的是规范在公投法，而这公投法的主管那个是由我们来当政治现金的那个办理机关呐、啊，这主办机关。然后他所有的这个规定都是用办法来规范的。那这次现金法它是很严密，它是有把所有的这个太阳啊什么规定都比较详细，而且是用法律来规定了、啊。那原先我们的意思是说，那就是整个由回归由监察院当主管机关，准用那边规定来处理。那监察院他有正式来函给我们表示意见，说他这个两个性质不太一样，他不愿等于是他等于是有那边有不属于他们的管辖范围了，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变成还是要回归变成由原来的这公投法还是由我们来当定办法自己来管，变成两套不同的政治现金的规范的方式，主管机关也不一样，方式也不一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要回复原来条文了，那是不是也可以请监察院表示一下意见？监察院今天有来吗？那个，我们是不是也请我们监察院张用元组长要不要表达一下意见？主席、各位委员，因为政治现金法实施十年来啊，它有很严密的一个规制。那像这个，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公投法，刚刚大家也提到说，把投票的年龄降低到18岁，但是政治现金法可以捐赠的年龄是具有投票权，是20岁以上。光是这个部分就有很大的分歧。那另外，我们看这个，我不晓得今天中选会所提的这四个有关不得收受的这些条件了，其实在政治现金法里面它不是这样规定的。就拿这个外国法人的比率，还有占股东权的比例等等，它还是可以捐赠的。所以这个条文里面的很多相关规定哈，我发现并不是说我们政治现金法的所有详细的规定。况且政治现金法里面它所谈到的所有的选举，所有的这个选举可以收受的条件啊，它是从任期届满前4个月到1年。那公投法里面并没有强调说什么时候收，什么时候截止。所以我觉得这个公投法里面啊，对于有关捐赠的这个规定，还有规范，还有这个处罚的依据啊，应该是要单独定一个公投法里面的规定，是否要？比照政治现金法的这个精神来定，我们监察院是没有意见。但是因为公投法本身的主管机关是中选会，然后各县市政府选举委员会来办，那这个部分是跟我们是有不同的一个管辖对象，所以我们希望说，中选会自己来定，但是我们可以提供意见，但是不应该由我们办这个有关政治现金的管理规范。这完全不同的一个定义跟性质来去分别又涉及到这个，所以监察院在今年的6月16号有把我们院里面的意见也函送给行政院，也函送给内政部跟中央选举委员会，做一个完整的表达。那截至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再接获相关机关给我们的意见，以上我们表达，谢谢。那委员，我跟你解释一下，就是说现行法的这一个条文呢，是给中选会，也就是公投的时候，如果有人捐赠这个经费的话，是由中选会定办法来处理这个部分。那中选会认为说，这个跟政治现金
比较类似，希望由监察院，因为他们政治献金已经有一套机制了，所以希望由监察院来接这个业务就对了啦，改变现行法的这个部分啦。那监察院当然不同意啊，哎，这样我们就回来原来。我原谅就好，回到原。我们现在在讨论21条是委员会审查通过的条文吗？当然也有包括中选会后来的意见，就是希望回到原条文，就是先不要，就是中选会21条的意见就是维持原来条文现在的规范。我说明一下啦哈，刚才陈秘书长的意思是说，这个不是政治现金，公民投票这个就是针对公投的捐赠，所以它不是政治现金，它所以是一个不同性质。所以呢，他就希望回到就现行法规定，然后我们把它做一些这个条文的这个约束这样子。现行法的21条，先李俊毅委员。有关这21条的部分，我还是比较赞成我们原来的条文，而不是中选会的修正，因为我们原来条文讲得很清楚，就是准用政治现金法嘛。好，那到底准用的程度是怎么样，或是政治现金法我们以后要不要修正，那是另外一回事，但它基本上的概念是准用，所以没有必要把它的政治现金法的细节详细写在这边嘛。好，因为公投法就是公投法，政治现金法就是政治现金法，那我们只是准用政治现金法的部分来处理而已嘛。好，所以这个部分其实监察院也不必这么紧张，说这个责任就是要推给监察院了哈，所以我是主张我们照原条文通过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主管机关就还是中选会。对对的，那我们是还是我们主管。这个我还是建议维持我们审查会的一个条文哈，因为实务上你假如说按照中选会啊，因为中选会从来没有不知道说内政部怎么管理这些政治团体的一个规定。你去看那些中自备的政治团体，你看他前通那样，我们到现在那政府都没在管。我们对于政治团体的政治现金的收受管制非常非常的松散。那公民投票这个，假如说你在政治现金的这个部分没有比照我们原来选举罢免的这个政治现金的这个规定，这个问题会没完没了，这是非常危险。你可以看我请教您讲爱国同心会。你的政治现金你想要管理的他的捐款收入，你到现在一笔烂账从来都没有在申报，你只要把它丢给这个收受经费准用这个政治团体的规定哦，这个我反对。所以起码你的意思是照写上，那你原来的条文就是准用政治团体规定，你又反对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说明一下。对啊，就21条，你要再看一下。文字一样啊。我确认一下哈，就是那个委员会通过的条文是主管机关人在中选会，但是呢，它的机制是准用这一个政治现金跟政治团体的那个机制来处理，是不是这样？对哈，那这个那换句话说，它是主管机关没有变动嘛？还是在中选会这样子，那原来中选会的意思是希望把这一个有关这一个捐献的这个捐赠的这个部分是移到监察院去。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哈，这个部分呢，我刚刚把它稍微看完了，这个收受捐赠及经费支出哦，准用政治团体的这个规定，这个我有意见。哦，这个我刚刚是稍微看了一下哈，哎呀，准用那个，以咱的人团法的那些规范下啦哈，那内政部就比较清楚，这个因为内政部在管，我们人团法对政治团体的规定哈是比较松散的啦。我知啦，啊，进来当改啊，进就是咧协商啊，所以你要改掉啊，我想看卖看要哪改啦。我有点好奇哈，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申请许可是准用政治现金法拟参选规定，可是收受跟支出又要准用政治团体，为什么不直接利用政治现金法规定就好了？
这样是不是就不会有奇迈那个地方的考虑？跟委员报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按照现在的规定，你要成立支持或反对公投的团体要联署，万分之一啦，就是联署完了才可以，不是说我个人就可以，个别来这个募集款项，你还是成立，起码有一些联署人，大概上一次好像是2000还多少，好像是2000多个了，万分之一啊。然后这种是临时成立这种支持或反对公投的团体，你要怎么样规范它？我们是认为可以按照这个政治团体收受的这种规定来准啊，因为它是比较特殊啊，它特殊，它临时成立的，就要联署完了就可以成立。那政治团体那是规范在政治现金法里面，它有所谓政治团体，它有所谓的这个。那个，那还有那个，其他的社会团体，他们，对啊，那是政治团体啊。那个，我现在有搞懂了，然后他都是在政治现金法里面，对不对？然后，所以他只是说准用政治现金法里面的政治团体的规定。而不是纯粹是内政部啊，那个什么其他部门的那种政治的那种社团的那种经费的支出松散的部分。所以，起码你们上次的这个结论还不错，就是政治现金法的那个约束里面，不是一般性社团。我看到了同法，我有看到。我也再提醒一下，因为还有第二项跟第三项是我们原条文是没有的，所以可能是不是还是倾向照上次协商的那个结论的条文再走。那个，行政部我请教一下哈，你们那个文字差不多，但是后面增加了这个外国大陆地区人民，这个是怎么样？是只是处罚规定把它罗列更清楚这样而已吗？那个跟我报告，因为法务部那天也有上次也有意见嘛，就是说刑法的部分，因为这违反这规定是刑法了，刑法没办法准啊。他们还是持这种立场，说认为这刑法规定一定要明列出来，不然没办法准啊。那当然我们没办法把所有的政治现金法所有刑法规定都准进来啊。那这一部分准等于是说你如果不给它明确的话，你给它删掉就变成法律空窗了，变成这里也没有规范，准那边又准不到的意思了。哇，那刑法规定里面只有准到这部分，其他的要没有写，那会不会这里没有空窗，别的地方有空窗啊？所以我们认为是应该根本是政治现金法这边全部修改。哦，要修政治现金法就对了。没有修法前就暂时先这样。哦。
好，跟委员会报告哈。这个现在大家看一下那个第六页，也就是那个中选会的再建议修正意见哈。他已经把上个会期大家的协商结论啊，在第一项里面写进去了，只是他加入了四款。就是要刚才提到说政治献金法里面没有办法准用到刑法相关规定，他把它补进去，补这个漏洞，然后后面的两项呢也都已经补上去，换言之就等于是照上次的协商结论里面多加四款这样啊，这样让他到时候在有这种罚则的时候，因为他牵扯到 刑法的这个部分，明确性就更达到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参照一下。这个我是不是可以请教监察院呢？哈，监察院在吗？哈，我们这几年那个政治献金法哈，在对政治团体的这个部分嘛，哈，那政治团体的部分，它是依人团法设立许可之政治团体嘛，对不对？但是有很多这个我不点名了哈，有很多这些政治团体，它鼓吹譬如说一国两制啊，和平统一啊，这个在你们的认定啊？或者在内政部认定这个算不算是属于政治活动啊？那他假如是属于政治的活动，那他的相关的政治现金有没有向我们监察院提出申报过？有没有？从来没有。那所以他假如该团体啦哈，某些团特定的一些团体，他假如收受大陆的这个现不是政治现金，他不是以政治现金的名义进来。那你这个也无从管制啊，所以你变成说你在这边虽然按照我们中选会的修正意见啊，这个把它罗列这些包括外国或者是大陆等等这个捐献的一个限制的一个规定，但是他从人民团体法里面他也没有说指明说这个是政治献金，但是他所做的任何的活动都是政治活动嘛，比如说鼓吹一国两制等等。哦，那这个到底是谁要负责呢？监察院为什么没有找这些政治团体来说你那个这个为什么没有申报呢？你的经费从哪里来？变成三不管的地带啦。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这一次在公投这个部分，那恐怕以后也许会有一些统独公投啊。哦，有鼓吹说要做统一的这个公投啊。那你现在这个现在的这些政治活动你都没有管理好，那公投你在做同样的这个限制的时候，是不是有衍生同样的一些问题？所以我先把这个权责的单位啊，在执行上，这个到底是谁去认定？好，那假如是内政部认定鼓吹一国两制这个是政治活动，那为什么监察院没有查呢？是内政部的问题还是监察院的问题？
跟各位委员说明一下，这个政治团体啊，在政治现金法里面定义，它是依据第二条的规定，就是依据人民团体法许可设立的，就是换句话说，就是内政部有发给他政党或是政治团体的一个证书，那他就是政治团体。至于他能不能收受政治现金，他另外依据政治现金法的规定，向监察院申请许可设立政治现金专户。那经过监察院的许可，他才能够设立政治现金专户，他才能够进入政治现金法里面所有的规范。那至于政党，一般的我们现在政党，按照内政部许可以外的大概有300多个。那真正有参与这个政治现金专户设立政治现金专户收受政治现金的，大概只有30几个。那这收受政治现金专，收受设立政治现金专户来收受政治现金呢，依法在每一个年度的12月31号结束之后啊，在次年的5月31号以前呢，要向监察院申报政治现金会计报告书。那我们只受理审核政治现金会计报告书。那换句话说，其他没有申请政治现金专户，他们所有的政党经费支出，他们是依据人民团体法向内政部来申报，向内政由内政部来管理。那至于违反政治现金法相关规定呢，我们监察院都会对这些不管是离参选人也好，政党也好，政治团体也好，我们都会定在5月31号收受完毕之后啊，依据相关的规定，那如果有违法收受的情形，都会依据相关的条文来处罚。那至于收受大陆人这些啊，的政党、大陆资金这些政党，那当然都会是由刑事是检察机关依照刑事规定来做侦办处理。以上是相关的一个说明。因为刚才讲那个，好抱歉，然后我真的是觉得完全不清楚，只有4个字啊。我们的评论就是好像是无法可管了，就这样。代办公投，中国的钱会不会进来，就无法可管了。跟各位报告了，因为政治现金，我们按照现在政治现金法的规定，就是要开专户，要向监察院申请专户，然后才能申请政治现金，才能接受政治现金。那只要没有，这个如果没有这个开户去收受政治现金，只要有人检举，基本上这个都是属于那个刑法的，都是有这个规定了。那我们特别提到的，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像公投这个部分哦。因为之前决议就是用你参选人的模式，但是又用政治团体的收受的部分。我们当初的想法是认为说，因为政治现金它是如果它有开专户，它是整年都可以收，它不是只有一个时间而已。它不管业务的属性，只要是政治团体或政党，它只要开专户，它是整年都可以收受政治现金。但是你参选人是到了一定法定期限，他才可以去申请专户，才可以收受政治现金。所以就这个公投这个部分来讲，我们也觉得它是一个议题式的。当议题发生的时候，才有所谓的这个申请政治现金，这个收受类似政治现金这样的一个部分了。那当这个公投办完的时候，他就应该去办结算。所以我们之前我们的这个想法，如果是要参照政治现金，我们是认为就是一律一并比照你参选人的模式来处理。这是以上我们的一个建议。主席，爱卿李俊伟，对监察院跟内政部这个说明，我老实讲我都听不太懂，因为你们的修正条文写的是政治团体，但是政治团体现在依我们的规定是人民团体法在规范，所以有关政治团体的规范，你们并没有说所有的政治团体都应该申请政治现金专户，但是人民团体里面属于政治团体这一块有很多是有收受捐款，但是从来没有申请政治现金专户，这个互联会就是一个标准的答案。
就是这种典型嘛。那现在公投大家在讨论的是公投这件事情，你是要比照所谓的政治现金法里面规范你参选人，还是你要比照规范政治团体？政治团体老实讲是现在是完全没有规范的，几乎都没有规范，所以这个问题才是我们现在讨论的重点嘛。那如果你这个修正条文你们建议的是政治团体的话，我认为这个会产生争议，主要的问题就在这里。那跟监察院更没有关系，监察院只管政治现金法里面的相关规定嘛。所以我们现在公投法的部分到底是要比照你参选人的这个角色来处理，还是比照政治团体来处理？一个是政治现金法，一个是人民团体法，这规范通通不一样嘛。所以讲了半天，我也不知道你们现在到底主张是怎么样，是所有的公投参与公投的团体都比照政治现金法，然后比照你参选人这样子来处理吗？那这个会有一个争议，因为推动同一个公投的团体可能很多，那不见得全部都是政治团体哦。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是认为说应该要回归到审查会的条文，这样才比较容易处理。但是政治团体这四个字，如果你们在这个条文里面哦，就会引起所谓的刚刚所讲的这些争议，因为现在是由不同的法律来规范。不过现在政治现金法第27条好像对违法收受政治现金还是有处罚了，好像罚两倍。但是人民团体法里面的政治团体并没有规范。政治团体不是也受政治现金法的那个规范吗？没有，你如果不开专户收钱的话就是违反政治现金法哦，要处两倍以上罚款这样子。可是刚才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处理一下好不好？好。这个我刚刚看了一下人团法啦，把这个把它看清楚嘛。人团法它规定不能收受外国啦，对不对？那两岸人民关系也没有讲到说我们的人民团体政治团体不能收受中国嘛，对不对？在这个我虽然把中国当成外国啦，但是大陆这个部分没有禁止嘛。我只要理解没有，这个是政治现金嘛。所以我只要我一个团体，一个政治团体哈。这个要看一下哈，法条看一下。假如我一个政治团体，好，那我没有，我就专门在收中国大陆的政治现金啊。但是我又不用政治现金的名义啊，我不去申请专户啊，我因为我自己就有户头啊，对不对？那他从事的是政治的活动啊，那甚至有可能是公投啊，那这个怎么规定？啊，我也无申请政治现金专户啊。是爱叫恁的安尼嘛？他有收受的话就违法。无唔对啦，阿姨，我真落歹，我也无去报政治现金，我也拢无去报啊，我都报我家己团体的活动啊。因为我为什么会点这个问题，是说，因为你政治现金法的规定是管制非常高度管制的啦。但是你在人民团体法里头，尤其当时这个，因为这个人民团体法是当时戒严时期，哦，那因为当时哦认为说政治团体的管制你不要太严。所以人团法里头对于政治团体管制是比较松散的，所以当你一个管制松散、比较低度管制的团体呢，你面对到说应该他从事的活动是被高度管制的时候，那他当然会走他比较他的巧门，他就这个捐款他就不适用政治现，他就不来申报政治现金嘛，他就在他本身的会务里头的经费活动去做处理嘛。所以你应该是要规范，是要规范他的活动的性质啦。当他只要是属于政治活动，哦，那不管他在他啊，他不是用政治现金法的部分，他是用人团法的部分，也应该要高度管制啦。我只是在提醒这个部分啦，对不对？我这个讲阿歹听，我若讲一个鼓吹一国两制的团体，我都拢收阿强来政治现金啦，我的收业钱啦，办公政治先收业钱，我拢在做政治活动啊。但是他又不去成立政治现金，说那你拿他怎么办？你也不能怎么样啊，会有漏洞啦。啊，当这个适用到公民投票的时候，啊，我也不来给你申请政治现金专户啊。啊，但是我在做确实拢是公道的活动啊，你就惊另外一条路啊。我在念头，我要来收政治现金要从啥？会有这个问题的。我们这样的讨论下去就没有办法聚焦了，所以我想我们休息的时间请那个行政院跟中选会这边可不可以拟一下，你们经过了刚刚听完那么多大家的意见后，
你们觉得的部分，因为秘书长这边一直有在提到说，是不是要把政治现金跟对于公投的那个捐献，其实是不同的性质要分开，还是说我们还是要回来这个地方？那刚才陈其迈委员一直关注的那个漏洞，要怎么把它补起来？好，我们是不是可以先讨论暂停在这边呢？要不然再继续讨论也是不会有结论哈。然后我们哈就是请你们拟一下啦，你们拟一下一个草稿，然后我们下午回来的时候再来讨论。好，那我们现在休息啊，2:30继续开会。